不，我们会出席委员弃权，移除法定人数。好，谢谢。我们现在开始今天的议程。那今天的议程呢，主要是今天的议程主要是如何提升我国现役军人之精神卫生管理辅导措施、就医转诊程序以及医疗环境与品质的专案报告。 那我现在宣布开会，那请议事人员宣读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外交及国防委员会第21次全体委员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5月16日星期一上午9时3分至10时49分，地点：红龙三零一会议室。出席委员：蔡世应等12人，列席委员：郑天才等18人。列席人员：国防部资源规划司司长陈振奇、专门委员康世宗。 国家安全局法务室主任赵一红，司法院行政诉讼及惩戒厅办调办司法官杨坤桥，全序部退辅司副司长林春美，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专门委员刘家珍，法务部法制司检察官宋文宏，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退出给予处副处长陈俊元，行政院海岸巡防署人事处副处长丹明发，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给予服务处。 福利处副处长林景惠，主席刘召集委员释方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继续审查本院民进党党团、本院委员刘世芳等17人，委员王定宇等22人，委员郑运鹏等21人，拟具陆海空军军官士官服役条例条文修正草案。本案业于第16次会议询答完毕，本次会议继续审查。审查结果。 一、照提案修正通过之条文，第24条，军官士官在现役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除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不发退出给予：一、犯内乱外患刑法渎职罪章、国家安全法第5条之一、国家机密保护法第32条第1项、第33条第1项、第34条第1项或第2项、国家情报工作法第30条第1项或第2项、第31条第1项或第2项、第31条第1项。 或贪污治罪条例之罪，判处有期徒刑执行确定而未宣告缓刑，或因案判处死刑无期徒刑确定，但犯刑法渎职罪章之罪，经判处有期徒刑未满7年确定者，依第24条之一第1项第2款之第4款规定，减少退出给予。二、依陆海空军惩罚法规定，受撤职处分，但因过失或连带处分而撤职者不在此限。三、褫夺公权终身。四、丧失或位居中华民国国籍。 决议照民进党党团委员王定宇等22人及委员郑运鹏等21人提案修正。二、增订第24条之一，军官士官在现役期间犯前条第1款之罪而未经停役，亦未经一副惩戒或提起弹劾者，予依本条例退伍除役后，使经判刑而未宣告缓刑确定时，除其他法律有特别规定外，依应依下列规定剥夺或减少退出给予。 一、经判处死刑、无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确定者，应追缴之；二、判处有期徒刑3年以上未满7年者，应自判刑确定之日起减少其应领退出给予之30%，减少部分其已知领者应追缴之；三、经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上未满3年者，应自判刑确定之日起减少其应领退出给予之30%，减少部分其已知领者应追缴之；四、经判处有期徒刑1年以上未满2年者，应自判刑确定之日起减少其应领退出给予之20%，减少部分其已知领者应追缴之。前项人员因同一案件与其他法律受有较重之剥夺或减少退出给予处分者，从其处分。 军官士官于领受退出给予期间犯前条第1款之罪，经判刑而未宣告缓刑确定者，一、第1项各款规定剥夺或减少其领受之退出给予；第1项锁定退出给予，应按最近一次退伍退役前服役年资合给其内含包含以下各项给予：一、一本条例之给之退出给予；二、政府拨付之退抚基金费用本席；三、遗嘱抚慰金。 第1项人员回忆时，其一第1项规定已受剥夺减少退出给予之服役年资，于解除召集或回忆期间亡故而办理抚恤时，不再合给退抚给予。退伍人员曾依第1项第2款规定减少退出给予者，于回忆并依本条例予以解除召集之年资，连同其已受减少退出给予之
服役年资并计后，以不超过第二十五条及第三十七条所定最高采计年资为限。依本条例退伍除役后，始受公务员惩戒委员会降级或减俸处分者，应自公务员惩戒委员会判决书送达受惩戒人主管机关之翌日起，改按降级或减俸后之俸级或俸额计算退出给予。决议照民进党党团及委员王定宇等二十二人提案修正。三、第三十三条，军官士官于领受退出给予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停止其领受之权利，至其原因消灭时恢复：一、违反妨害兵役治罪条例，判处徒刑在执行中；二、犯贪污治罪条例之罪，经判处徒刑在执行中；三、褫夺公权尚未复权。决议照委员王定宇等二十二人提案修正。第三十四条，军官士官于领受退出给予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丧失其领受之权利：一、丧失国籍及违反国籍法规定；二、因犯内乱外患罪或因现役期间犯贪污治罪条例之罪，经判处徒刑而未宣告缓刑确定；三、判处死刑或无期徒刑；四、死亡。决议照民进党党团委员刘世芳等十七人、委员王定宇等二十二人及委员郑运鹏等二十一人提案修正。二、照提案通过之条文。第四十八条，本条例施行细则由国防部定之。决议照委员王定宇等二十二人提案通过。二、全案均审查完竣，审查结果提报院会，院会进行二读前不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刘召集委员释方补充说明。以上宣读，谢谢。请问一下，我们对于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没有遗漏或者是错误？好，那如果没有的话，就议事录确定哈。那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本日议事日程报告事项，邀请国防部、卫生福利部、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委员会报告如何提升我国现役军人之精神卫生管理、辅导措施、就医转诊程序、医疗环境与品质及退出给予退辅措施，并被质询。以上宣读。好，我先来介绍今天在场与会的立法委员哈。那第一位就是罗志政委员，啊，蔡适应委员，还有王定宇委员。那今天来列席的名单，有国防部军医局的局长吴盈昌吴局长，还有总督察室吴宝坤代总督察长，还有法律事务司严审处处长戴天鹏戴处长，还有人事参谋次长室助理次长周兴国周次长。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是连战处副处长连志威连副处长，政治作战局政战综合处处长刘可云刘处长，陆军司令部副参谋长郭顺德郭副参谋长，海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胡展豪胡副参谋长，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范大为范副参谋长，后备指挥部参谋长李世国李参谋长，还有卫福部心理及口腔健康司的司长陈立忠陈司长，医事司检任计政刘明勋刘检任计政，退辅会综合规划处处长冯义成冯处长，服务照顾处副处长史浩成史副处长，就养副处长厉以刚厉副处长，就学就业处处长董龙泉董处长，就医保健副处长黄宏基黄副处长，退除给付处处长王德本王处长，行政管理处副处长于思祖于副处长。好，这是我们今天列席的名单。那我们现在就先请军医局局长来做简单报告，谢谢。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应邀到大院委员会就国军精神卫生管理及辅导就医等相关的应处作为进行报告，希望借此专案报告让各位委员了解国军在落实官兵的身心健康、精神卫生管理与安全防护等诸般的作为。承蒙诸委员与先进长期对抱歉对国军的卫生勤务与医疗照护准备的工作的支持跟指导，使得国军各项的医卫工作得以持续的精进，也借此向委员表达诚挚的谢意。军事作业的环境系属节奏快、压力大的一个高心智负荷的职场，官兵的精神卫生管理不仅关系到人员的身心健康、
更是影响到国军整体战力的关键元素之一。现仅就本部啊办理精神卫生管理与辅导措施及落实就医转诊与医疗环境品质等作业现况跟未来精进的一个措施啊摘报如后。有关精神卫生管理与辅导措施部分，为了强化官兵的精神卫生管理机制，本部呢以规范的官兵服役的各个阶段的一个筛检管制与辅导的作为来维护部队的安全。如同服役前这个阶段呢，本部已建立跟卫福部健保署还有内政部的议政署之间的一个跨部会的一个筛检机制，针对报考各种国军志愿役的班队人员以及义务役的役男办理精神病史的勾稽的作业，可以预防性的剔除罹患精神疾病的人员入营服役，维护部队的一个战力。在服役的期间呢，我们平时是借由单位互助组的反应以及干部贴近的观察新到任的官兵的心绪感情还有家庭等状况，并且依照国军新府工作的三级防处的机制啊，落实一问二应三转介的机制，绵密自杀防治守门员的一个作为。那基层的部队呢，是由主官或辅导长来担任辅导的考核人员，借着资料的审核、晤谈跟家属的联系等等的时机，初步可以筛检呈现疑似心绪违和的人员，并照册管理。期间呢，人员如果噪声适应不良等身心的轻症者，那由单位转介到心理卫生中心实施辅导跟观察，透过晤谈跟心理测试的方式协助个案疏解心理的压力。假如判定个案的病情需接受进一步的检查或处理，则立即转介到医院接受精神专科医疗的处置。取等的程序步骤可以有效的建立咨询辅导跟精神健康情绪管理的追踪机制。如果呢，经过心腹跟医疗的处置仍然无法完全恢复正常心智功能者，则可以申办退除役的作业，以确保部队的士气跟人员的安全。那退除役作业的这个部分呢，现行的国军官兵精神疾病的鉴定作业及申办退除役流程呢，均有明确的规范。负责精神鉴定的医评会也是依据精神卫生法第十五条的规范所组成，成员包括了医师、护理师、临床心理师、职能治疗师、社工师等五大类的一个师级人员，以及心辅官及监察官等七类专业领域的人员。如果个案体位符合陆海空军军事官病伤退伍除役的一个检定标准的话，那么我们医院呢会启动三方的会谈，也就是说主动邀集部队的领导干部以及病人还有家属，共同来研讨个案的诊断跟鉴定的结果，然后呢再依规定办理退除役的一个作业。有关落实就医转诊跟医疗环境的品质部分，针对相关的做法重点摘述如次。一、落实就医转诊的方面，为了有效的链接部队的卫勤作业跟心辅单位以及国军地区医疗机构，本部所属的军医院提供全日24小时的急诊、住院医疗及自杀防治中心咨询等服务。在医疗环境品质方面，本部在101年三总北投分院成立自杀防治中心，整合链接各国军医院的精神卫生能量，以建构良好的精神医疗环境与品质。所属的各国军医院精神科的医疗能量呢，既有医师101元、护理师、社工师、职能治疗师、心理师，合计554元，病床数总共1477张床。历年来呢，均接受卫福部的医院评鉴为优良的一个单位。对于未来精进的措施，在强化精神医学教育跟职前辅导的部分，本部呢已经将精神医学列为军医跟政战干部的教育训练的重要课程，加强干部对心绪失衡或者是精神违常的个案呢，他的辨识跟应处的技巧，并且呢能够将部队的实务工作跟心辅课程纳入初官的一个职前训练，使初官能够熟悉胜任单位的特性跟任务，以有效强化精神医学教育跟职前辅导的学能。
而增加领导统御与资官士兵。本部内已经要求各部队长对于出关或资遣人员等新进人员适时给予关怀跟心理支持，并灌输正向态度，面对压力跟挑战，以符合作战演训的严格要求。同时呢，国军官兵在职务异动的前后，或者是支援灾难救助、进行重大演训、情感发生异状，或者是家庭变故等高心智压力的时机呢，我们都要求各级干部啊，应该要官为支柱，及时介入妥适协处，以降低其行为的风险。必要的时候，人事部门也应该适时的调整职务，用以防范官兵致伤事件的发生。最后呢，我们跟委员报告，透过三级的心腹防除跟精神医疗的作为，本部将逐步完备我们官兵精神卫生管理与转诊机制，持续精进国军精神医疗能量，落实执行相关医疗医卫准备的工作，以提升整体的精神卫生管理跟自杀防治的效能。期盼各位委员能够给予支持，以及达成促进官兵的健康、确保国防战力的目标。以上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导，谢谢。谢谢，谢谢局长。那请问一下，卫福部要做报告吗？好，请。主席、各位委员，感谢各位能邀请本部列席报告如何提升我国现役军人之精神卫生管理、辅导措施、就医转诊程序及医疗环境品质，以及退出给予及退伍措施。仅就本部业管事项说明如下，敬请各位委员及先进指教。一、为提升现役军人之精神卫生管理、辅导措施、就医转诊服务品质，以及保护精神病人、维护其权益，基于行政一体、机关互助的原则，本部积极配合国防部之预防、筛检与处置机制，共同维护国军心理健康。在现有的资源及措施上面，除了国防部已经为了提升国军心理健康素质，预防国军因为罹患严重精神疾病导致部队正常运作或者致死事件，国防部已经建置了国军心理卫生网络，包括24小时的免费心理辅导专线、各级的心理卫生中心，提供心理卫生教育、辅导咨询及心理评量等事项。另外，如果有身心状况异常的人员，其实各单位也都会透过心辅部门的转介机制，由各国军医院提供精神医疗服务。透过三级心辅的防处机制，提早发掘身心状况违常的个案，尽早介入处置及转介治疗。二、国防部已经定有服役前、服役间之预防及筛检机制。好，这边刚刚前面国防部已经报告，我就不多叙述。在医疗协助的部分，服役期间可由国军既有的医疗体系处置，退出役回归社区后，则可视个案的病情轻重、有无伤害危险等，由各类精神照护机构提供不同方式之照护服务。那如果有发生伤害行为或致伤伤人之余，也可以依法通知警察、消防机关，协助护送至医疗机构接受进一步之诊断治疗，或者申请强制住院治疗。在精神医疗品质的部分，目前各国军医院均需定期接受各级直辖市县市政府的卫生局主管机关的医疗机关督考及本部办理之医院评鉴，评值其医疗品质，确保病人安全。在社区追踪关怀方面，出院后经转介至个案户籍地或居住地之卫生主管机关后，将评估个案的病情及家庭支持程度予以分级，提供不同频率之关怀访视服务，以辅导其规则就医服药，协助家属处理危机事件或转介相关资源，并支持个案于社区中生活。在未来展望方面，国防部对于国军心理健康促进及精神疾病防治，均已建立相关处置机制及作业程序。退出役官兵离开部队后，如需进一步转介就医或者社区追踪保护，均得通知其户籍地及居住地的这个卫生主管机关，给予后续的协助。本部将积极协助国防部办理，共同为优化国军心理素质、加强官士兵对
部队适应之适应力及提供妥善之精神医疗而努力，以提升国军整体战力及维护部队安全。以上报告，请各位委员指教，谢谢。谢谢。请问一下，退辅委要不要做报告？处长，简单哈，好。主席、各位委员先进、各位女士先生，今天应邀列席报告退出役官兵分类分级退辅措施及退出给付业务执行情形，深感荣幸，也谢谢委员会让我们有机会说明相关措施。本会配合募兵制的推动，依据修正公布的国军退出役官兵辅导条例第三条之一，严定分类分级退辅措施，经行政院核定，自本年的3月1日开始施行。除现行服役10年以上荣民外，另将服役4年以上未满10年之自愿役退出役官兵纳为新增的服务对象，扩大服务范畴，彰显国家对于退出役官兵的尊崇与照顾。另配合政府组织改造，在102年的11月1日增设了退出给付处，承接国防部的退出役官兵退休给付及作业费预算编列与发放的业务，扩大退出役官兵及眷属的服务范畴，相关的内容均于书面资料中详述，请各位委员参阅。以上报告完毕，恭请指导。好，谢谢。那，好，请。主席，还有各委员，还有各位同仁哈。今天是5月19号哈，离明天政权交接剩下最后倒数24小时。那照理讲哈，在座各位国防部的官员都是常务的哈，都是我们的这个同仁。但是今天在来出席的代表的层级，我觉得真的是不足以来代表国防部。不是说看不起各位，而是说在决策的这个能力上，我相信今天的会议至少要约次长级的官员。今天就约中将的局长带领所有少将的一些官兵来出席哈。那很多委员一大早7点多来登记发言，准备非常的认真啊。但是我们昨天也发现，包括王委员跟我在内，要很多国防部资料的时候都不断的拖，然后今天早上告诉我们说没有办法提供，或来不及提供啊。所以外交部这个国防部在最后一天呢，我觉得还是要坚持到底。所以我程序上是要求说，我们今天要求次长立刻赶到现场来。否则的话，这样的质询事实上并不能对决策有任何的影响或者是哪位次长或至少战规司的同仁一定要到现场，谢谢。就至少要次长了，好吧？好，有没有哪一位常次那个国会联络人是不是可以联系一下？正常的状况之下，应该是有一位常次要能够到现场，是吗？是现在有什么事情？而且我也没看到请假单。今天是有很多交接的场合啦，但是没有看到请假单。那来，你也要程序发言哈。好，谢昭伟哈。我想交接在台湾的政治上是很重要的事情，但是很多主要事情是我们常任文官一直到常次这边应该要掌握的。那在国会的委员会，这是一个重要的事情。今天来的是属于执行面，我们要问政策面的人，现场大概没有人可以回答。而负责政策的次长既没有请假，也没有理由，在看守政府的最后一天，连做好做满都做不足。那我们呢？7点多开始准备这些资料，要问的是政策面各方面的，去为难今天出席的局长没有意义啊。所以我附议赞成刚才那个罗志政委员所说的，至少一位次长来。代表政策的询答跟负责，没有来，我们就坐在那边等他嘛。退辅会那个主委跟副主委哪一位是常务的？我们是有一位副主委，兼副主委是常务的。那他今天可以来吗？他有请假，我没看到我只看到那个董主委请假。不是，我现在才看到啊，
也没有人跟我讲嘛，所以是我们还是一样，是不是可以请那个常务的副主委可以到，好吗？好，那国防部的联络人的部分怎么样？可以吗？好。好，我们先休息十分钟。好，请一位国防部的常务次长，还有退伍会的副主任委员，是常务的过来，好吗？谢谢。
先讲一下。好，我们那个常务次长他去换着装哦，马上就过来啊。那个10点整的时候发言登记截止。
好，谢谢。好，我们现在来恢复开会，谢谢啊，市长，谢谢，我知道，谢谢。好，谢谢。我来跟委员会报告一下哈。我们今天的报告原来是口头上哈就有提到说他们可能没有办法赶到。第一个原因是国防部长跟副部长呢，他们在正式请辞的时候呢，都已经列入请辞待命的名单。那次长呢，他们也是有口头提到说，可不可以由军医局来报告哈？那基本上我是不反对哈，但是我发现那个没有补公文给我们，公文没有到哈，所以可能以后我们的相关的国会的，也因为国会的公共关系处长也是在交接期间呐。那许次长非常辛苦，他其实是在总统府协助有关教阅的事宜。那因为要尊重我们立法院的这个备询，他必须要把他的这个军服哈换成一般的这个常服啊，才到立法院来备询，也是非常尊重这样的制度。那所以有引起误解的地方啊，请大家能够了解这个状况。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进行委员的询答。那我们委员的询答时间是8+2分钟，那非本会员的话是6+2分钟。那第一位委员是，已经改了是吗？好，那我们第一位委员请罗志正罗委员。主席，可不可以请许长志？委员好，抱歉啊，这个没有，这不是你的错哈。是是，抱歉抱歉。谢谢你赶过来哈，大家都很忙，明天这么重要的一个日子哈，大家都非常辛苦。谢谢。不过因为很多这个询答会涉及到很多政策面或大的政策方向的部分，所以还是必须让你来这边练习哈，来回答我们一些相关的关切的议题哈。是。那个马总统这几天有去巡视国防部还有相关单位做最后的巡礼，对不对？是的。你都在场吗？当天我在场。在场嘛哈，马总统说了很多他过去八年的政绩，对不对？是的，这些政绩都他提出来的。对美军购创了纪录200亿美元，巡视部队学校290次，国军体测的合格率90%，跟官兵合影超过20万人，2万人次，等等等等等等。市长你都有听到嘛哈？是的。我请问一下，这些数据是你们提供给他，还是他自己收集的？这个部分我想他每一次的相关的行程都有相关的记录，所以是他自己算的是？这个我想这东西都有这个相关核对过了，所以你们也核对过没有问题？是，包括这军购，包括巡视军购嘛哈，所以你们跟国防部都核对过这些资料了？这资料事实上来讲都核对过了，所以总统没有错哈？是的。那我只要问个问题，是的，上个礼拜你们告诉我所谓的体测合格率大概65%怎么来的数字？这样跟委员报告一下。第一个，我们体测分两种，一种是到建设中心的体测，一种是部队里面赋予部队体测。对，所以说部队体测的合格率并没把它加到这里面。所以部队体测要超过100以上才有可能到90%啊。你说你一般体测中心只有65%啊？我想这个我们训练处有没有来？好，我到时候问这个问题好了。市长，我跟委员报告。因为你们上礼拜告诉我体测中心的合格率只有65%啊，马总统说90%，应该是刚给委员资料，可能没有后续没有更正过，因为我但是会议记录啊，你们在答询的时候当场告诉我体测中心的合格率大概只有65%，马总统说90%，怎么差那么多？是马总统被骗了还是我被骗了？这样子，我跟委员报告，我这边有最新的资料啊，在三项体能的测试里面啊。现在目前合力是89.5%啊，89.5%全军还是合格率？我们叫这边所有的这些好，然后接下来是的89.5%，OK 是的。我倒要问其他数字了哈。我们来检验一下，因为最后一天519，明天马英九要下台了，是的，卸任了。我们看他过去的八年，他的国防成绩单到底是什么？是的，募兵制到底有没有跳票过？全募兵制有没有跳票过？目前来讲，都状况都还在规划当中。规划当中吗？是的。2008年马英九总统上台之后就宣布了，2014年要全募兵，对不对？是的，对不对？然后在2009年12月18号，国防部就宣布，
募兵延后一年到2015年实施，对不对？是的。第一次跳票。接下来，2013年9月的时候，当时的国防部长严明说，募兵制要延到2017年元月，对不对？有没有发生这个事实？我请这个智慧师来做说明。这不用回答了，就是有这个事实。第二次跳票。抱歉，我是资源师的副师长，向委员报告那个募兵制的那个。我们不是全募兵制，我们是以志愿役担任常备部队。对，我知道征募必行嘛。然后现在还有义务役存在，但是你们有一个2011年不是有一个所谓募兵制的推行计划吗？第一次是展延两年，第二次是好，那我只问最近的就好。去年3月10号，国防部宣布，82年底以前出生的役男，今后会实施最后一次的征召。但在去年8月的时候，国防部又宣布了，82年底以前出生役男部分要征召延期一年。有没有再次跳票？那个鲍委员，那个我们是考量国家安全了、啊，因为 我知道了，有没有跳票嘛？没有，那个我们计算到今年年底啊，年底的那个募兵制的员额大概可以到达全编制式的80%到84%之间。到问这个问题哦，是到今年有没有可能再第四次跳票？我要问这个问题哦。但是我先告诉你，就是说过去8年，马总统的募兵全募兵已经跳票3次了，这是他的成绩单啊，不是说跟20000个士兵合照。这叫成绩单啊，一个总统如果要算照跟几个人合照几个人握手的话，这总统也未免做的有点把自己做的跟小兵一样了啦。鲍委员，我们那个跟你报告，就是那个我们这个募兵制实施计划里面要求吼是达到编制数的90%。好，我现在问各位，我们努力在往下。有没有看到这个新闻？少子化时代来临，韩国2023年要解除替代役。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新闻？有，因为别的国家也同样面临少子化的问题，对不对？是。好，我们现在来了。虎年加少子化，很多大学今年短收，可能20几万，大概今年只有20几万学生可以收，严重面临可能学校倒闭的问题。我们募兵有没有这个挑战？那个鲍委员，今年有没有可能？那个80年次以前的这一批会不会再受到延役一年的影响？因为兵役的公平性哦，如果82年次以前的人员现在都在征召一年入那个义务役。后续如果再不征召他入义务役的话，那所以还要继续嘛，产生前后的分离啊，所以还要继续嘛，对不对？这个我们在规划中了，对，所以还要继续再延，还在延役，还是要延役嘛，延役是好，所以这是我现在强调，这个是马政府的决定，不是新政府未来的决定，是没错吧？是没错，这是马政府的决定，是82年次以前的，还是继续要延役一年，对不对？在延役中，延役中是好，会不会第四度飘飘？我们再来看，对美军购破纪录，他说啊。他任内201亿美金，扁政府84亿，李总统162亿美金，这是昨天前天马总统去国防部讲的，对不对？那刚才次长告诉我们说，数字你们也对过了。是的。好，我告诉你，2008年10月第一次美国对台宣布了重大军购案，有几个项目大家知不知道？记不记得？其中一个30架阿帕奇，25.3亿美元，对不对？是的。次长知不知道什么叫天鹰计划？天鹰案。天鹰案什么时候通过的？天鹰案的预算什么时候过的？天鹰案什么？这我要再天鹰案空军的。天鹰案就是针对阿帕奇编的。2007年通过的，是扁政府时代通过的预算案，只是马英九把它执行。330枚爱国者飞弹，同样在2008年10月。通过要让我们买30亿美元，对不对？这预算什么时候解冻的？什么时候解冻的？这不讲还不生气。这个案子就是民进党8年执政的时候，不断被国民党不断阻挡 N 次，最后过不了，一直到2007年才解冻。预算谁编的？民进党政府编的。只是2008年马英九把它执行而已，憨不隆隆加在一起都算马英九201亿里面了。次长，201亿没有包括这两笔，光这两笔就好，有没有？跟委员报告，这个国防的武力、国防的预算，我想应该是延续性嘛，应该是延续性而已，没有错，我同意啊，不分政党的。可是马总统就是算他的啊。我想在整个统计的这个截止点里面，可能在至少我们不为难你了。但是我跟委员报告，我们很感谢，不管是这个各党派在执政当中对国防的支持跟相关的鼓励，我觉得在这里特别。所以不分党派，是马总统不要把功劳都算他的，
指他任内执行之后变他的201亿，至少我抓到出来就60几亿，是扁政五十代编，扁政五十代编预算，最后被马英九收割成果而已，这也算他的。马总统巡视部队学校290次，这数字对不对？我们现在统计的数字是这样子。好，你把所有290通通照册给我。是的。我好好查一下。是的。前总统118次，李总统131次，市长你知不知道八年有多少天？2920天，290次就是10天去一次部队，有可能吗？市长有可能吗？你都没有下部队那么多哎。市长，2920天里面有290天下部队，还是次哦，不是单位哦。次怎么算来的？一次去3个单位，如果3个单位，总统去了大概1000多个单位，有可能吗？马总统缺席多少汉光，不论兵推或实兵，数字调给我。是的。290，十天下一次部队啊，这总统是不干别的事啊，每天在部队过生活、啊。包伟，这数字一定有问题。包伟，下去把这详细把290通通列出来给我看。是的，我查清楚290他在干什么。刚才讲体测合格率90，但是上礼拜你们告诉我68、哎，你现在数字说有问题了吗？各委员报告，事实上来讲，我所认知的啊，我所知道的，而且我们在体测的分项，一个是在建设中心，一个在部队，刚刚没关系报过了，所以加起来是89.5%。我怀疑这些数字了哈、啊，这个新闻有没有看到？看到了。我们上礼拜就开始谈这个问题，对不对？是的。你们开始调查没有？我想针对装病、假病，可能你退休金等等的。对不起，再一分钟。这样，我请军区长来说明。有没有开始调查？报员，我们已经开始调查。事实上，那个当接到这个讯息的时候，我们部长啊就召集所有的那个专业的干部啊来进行开会。好，什么时候？我交一个答案。什么时候可以调查结果出来？这个部分是因为我们现在我负责的这个军医的这个部分啊，我们好，这个调查的层级到什么层级？这样就好。谁负责主持这个调查单调查这种所谓可能装病假病然后领退的这些层级是谁负责？包委员，我是代总督察长吴宝坤。至于针对这个案子哈，我们这个总督察室啊，将会那个协同那个，所以是总督察室负责调查。我们是统合。所以你看嘛，到底是谁调查还搞不清楚啊？谁主导这个调查小组？有没有次长或是什么层级？目前没有。你看吧，这叫调查。请国防部尽快一个礼拜之内告诉我们调查小组的组成是谁，谁负责，然后多久之后？我是希望一个月之内提出调查报告。是 OK， 谢谢，谢谢主席。好，谢谢，谢谢，请回。好，谢谢罗委员。我们再来请蔡委员。主席，能不能请我们次长上台备询？委员好。好，次长，想请问一下，你在来我们立法院之前，你去了哪个地方？我第一个，我们针对明天的一个重要行程来做相关的预检。哦，所以你是说预检的工作就对了嘛？ 是不是？好，那不好意思，在你预检的过程当中，我们外交委员会在临时在通知你前来今天来参与。首先我想要跟确认一下次长，最近这个一个月来，这个对于整个台湾的国家的安全的局势有许多的事件发生，我想次长你大概也都知道，包括说这个前阵子上礼拜美国的国防部提出了中国军事的安全报告，这个你有看了没有？对，我了解，知道这个事情吗？另外呢，美中的外长有电话热线的一个对谈。第三个就是说，另外美国的众议院、通过对台的6项的保证决议。是的。好，那我首先第一个，我想要先请教一下我们的次长，对于这个美中的军力报告，我想这个是蛮重要的一件事情，国防部有没有对这个事情特别把这个整个报告也检视了一次，有没有研究完了？这个部分我们也在关切当中。那所以报告你们看完了没有？报告联合有没有？有没有人看？没有人看，还是觉得美国写的这份报告不具备参考价值，所以不需要看。
我们现在都在关切当中啊，所以关切没看呐、啊，不然你说哪个单位负责看这个东西的？我们联合在也在初审当中，联合作战是作战及计划参谋次长是那边负责的，是不是？是的，是的。那我们的那个，我看一下，我们的副处长有来吗？委员好，有没有看呐、啊？报委员，这个部分我们会由战规司跟情治室针对全班的不管是国际形势以及美方所提出的报告。对啊，我说你们有啊，你们看完了没有？提出评析了没有？目前由他们还在评估当中。还在评估当中啊？什么时候评估完毕？还是你老实讲，根本你们就没看？报这个由专业的单位有在做。专业单位是谁啊？啊，由战规司跟情治室。战规司跟情治室都没来就对了嘛。是，所以你确定他们有看？有，有啊。他们什么时候会看完？什么时候会呈给我们的参谋本部这边？那所以内容你们都不晓得内容就对了，内容是什么样都不知道。次长，你我想问一下，你大概知不知道那个内容在写什么？次长，对于这个美国国防部出版的这个中国军力报告啊。你大概知道没有？他有公布一些战机啊、船舰数量跟相关的这些。好，但是他这个报告哈，对美国这个国会给提交了一个报告，这是美国国会要求的哈。我内容大概跟你讲一下了哈，那到时候再请我们的国防部再做确实的查核。就是说，他里面还是认为在中国的军力评估里面，主要在写这个部分，包括刚刚你讲的飞弹的增加数量啦、战机啦等等。他认为中国的军事威胁是持续在增加当中，中国的军事力量也持续在增加，中国的军费也持续在增加。是的。那这过程当中，他特别有提到说，对台湾的军事威胁事实上是与日俱增的，所以他里面有提个几个建议方案，里面说希望台湾可以增加军售啦，等等等等，就是这样购买防卫性武器嘛。总结来看呐、啊，次长，你觉得这样子照这个美国国防部所出版的这个军事报告来看的话？中国对台湾的军事压力，这八年来，你认为他们的军事压力是增加还是减少的？我想，中国对台湾的这些威胁是没有减少的，从来没有减少过嘛？没有减少过。而且按照他的报告，他们的分析是越来越严重。而且就当面，不管他的飞弹部署也好，他的相关的这军事演训行动来讲，我们可以评估出来，他对我台湾来讲并没有松懈，也并没有减少。所以，次长大概。内容跟我看的差不多哈，事实上他对台湾的整个压力是在增加的。但我想说这个部分就国防部内部来讲，应该还是要有个专业的分析报告出来哈。所以到时候麻烦次长，请你要求相关的单位尽速把专业的分析报告给做出来哈。此外啊，美中也为了最近台海，我们520小英就职哈，他们有一个外长的一个会谈。美国的众议院啊，也提出一个6项的保障，当然就是属于外交层次的一个问题来组哈。在这里面，我就要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国防部啊。520这一次，我们的这个国防部国军到底准备好了没有？跟委员报告，国军一向是效忠这个国家的，而且不管是任何政党任何政党执政，国军永远是效忠国家的。好，所以没有所谓的政党的这些分别。好，谢谢哦。所以我想说，次长，你有看到我的题目吗？第一个，对于520之后。新总统的就任，新政府的上任，我想国军在这边是100%的效忠，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嘛，也不会有坊间人家传说是不是有这个军方的将领有不同的想法等等，没有这个问题。这里也跟委员保证，不会有这种想法，绝对不会有问题。所有的国军上下一心，对于国家的忠诚，对于政府的效忠是绝对没问题的。是的。好，那我们就知道说，因为新政府上任，小英总统上任，她是台湾第一位女总统嘛。那过去在国防的军事单位里面都以男性为主啊，是的。那当然我们有一些这个总统的预召更换嘛，是。那我想请问一下哈，国防部我想次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统计过，整个国军的营区需要有多少个地方挂总统的预召？您有统计过？这点很抱歉，我并没有不知道。那这个到时候负责这项业务的是谁？是人事吧，是吧？政战局，我们的政战局。那政战局的处长刘处长，你有来吗？喂，好，我是政战局政务处。刚才我的问题你有听到了哈？是的。国军有多少的单位要换发总统的换挂总统的预召？
这个详细的这个数字，我们是由夜管的这个文宣处。我当然知道，你也不晓得多少个。对，这个，但是这个大概有多少个？绝对可以统一的在这个时间内更换。好，那你们预计多少时间之内把它全部更换完毕？520早上就职，总统发布所有的重要的我们的部会首长的人令之后，然后新的部长就会到国防部来办理交接嘛，对不对？是。那到时候包括国防部在这边所有的国军单位，对我们新总统的照片就要挂上去嘛。那你们预计多少时间之内可以完全完成？我们已经要求各单位在当天都要更换，全部当天就完成嘛。所以你们会下去会做检查。好，所以照刚才处长你这样讲，你的意思是说现在的相关我们新任总统的照片，520当天可以全部在国军各级单位全部把它挂上去，没有问题。我们下去会做这个检查，这个有没有问题啊？要求这个次长，我想这应该是基本要求吧。没有问题，这个没有问题嘛，吼，就代表着我们对于新政府的效忠，对于新的总统，我们对他100%的尊重，吼。好，那我为什么要这样讲，吼？因为我一直是有听到许多的传言，但我相信这我宁可相信它不是真的，就是对于说有一些国军会认为说女性的总统能不能担任我们领导的这样的重责大任，吼。那我觉得说对于我们国军来讲，刚才我们的市长讲得非常清楚，不论是谁，只要是担任我们国家的元首，我们的领导人，我们就会对他100%的效忠，对他100%的支持。那我认为次长你这样的一个回答，你们应该要透过我们军方所有的刊物告诉国军全体的官兵，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次长，这个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那个我们政战局的处长你有听到了吗？是。我想你应该来配合我们次长的这个在立法院的答询的内容，马上尽速来要求我们的国军绝对要贯彻这个重要的一个军纪的命令。好，接下来今天我们要问的一个问题啊，按照我们这个国防部提供的资料里面啊，你们现在有一个所谓叫一问二应三转介，次长你知道是什么东西吗？了解。好，请你说明一下。这个所有的这个官兵弟兄来的时候，因为发生状况的时候啊，都必须要去有部队基层的单位啊，主官要去了解他的，这叫一问嘛，对不对？对，一问，对。那二应呢？二应的话，你要针对这个状况之下，如果单位不能够啊，在做相关的处理的时候，要心腹要转成心腹上的作为。三转介就要转这到，如果这个状况是已经病态了，才能状况要到军医院面去做军医方面的这个医疗。好，那 OK。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次长应该不会晓得，我们的军医局局长应该知道，最近有三个我们国军官士兵自杀的新闻，没错吧？是，还是不止三个？不止，我最近就是这三个嘛，你们掌握的也是这三个嘛？没有没有，是还那个自杀本身的行为是陆陆续续还是有一些那个案例发生。那我想问一下，好，还是跟委员报告一下，以目前国军的自杀率的一个来讲的话，比注于国人的同年龄层或者是国际，包括美军包括韩国，我们的自杀率啊是相对的来讲是好，没关系，我知道你是相对来讲偏低啦，你别跟我一组讲。你好，我想问一下，第一个花防部所属的台东弹药库上兵5月16号自裁这个案件啊，在你们内部的调查了没有？这个部分在医疗的这一部分是我说那我想问一下次长，这个调查是谁来调查的？政战局调查这个部分呢、啊、第一个会由这个单位那他们的调查报告送过来了没有？目前我们已经了解他们已经在执行调查，但是调查东西有些东西是没办法在这边说明的。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涉及到有些可能不是这个个人隐私，是不是？好，没关系。那我想问一下，就国军的处置里面啊，我们这一位上兵制裁啊，在我们国军的辅导队阶段里面，他是在第几个阶段？他是在一问还是二应还是三转介的阶段发生这个不幸的事件？鲍委员，因为这个案例他本身我们查阅了他的就诊资料，他没有任何的就医资料，没有从来没有在身心科里面因为心绪的不正常，转介也没有做过。那个呢，应的心辅官那边呢也没有做过。因为他本身 BSRS 的基本的检视量表里面是非常好的优质的零分。好，所以你们在疑问的部分就把他剔除在外了嘛，对不对？包委员，包括他的女朋友也是非常的惊讶。没关系，好，所以这第一个完全都没有在我们的疑问二应三转介这个里面。好，那第二个，我们陆战队66旅的连长在5月8号的这件事情，调查报告出来了没有？
鲍委员，这一部分的话，在我们医疗的这个处置的部分，因为他的确是罹患重度忧郁症。好，那我想请教一下哈，他在一问二应三转介，他是你们辅导的哪一个阶段？哦，他已经是进入到住院的阶段了，他到三转介的转介到我们整个国军的医院了。对，就在你们转介的阶段。好，那另外陆战队九九旅的中尉四月二十号发生的这个不幸的自裁案件，他是在哪一个阶段？这个部分呢，他那个九九旅这个部分，他本身也是那个已睡了，这个是他也是重度忧郁症的那个，他也是重度忧郁症，是。那所以代表着第二位连长跟中尉军官这两位都是在转介的之后，仍然发生这样的不幸的意外状况嘛？是。那是不是代表我们的转介的医疗有点问题啊？跟委员报告一下，在我们本身的治疗的过程里面哈。我们希望能够让他个人的那个身心健康啊，透过医疗的处置，然后回到部队。主席，不好意思，再给我一分钟哈，我再问一下局长哈。是。如果这两位军官呐、啊，是在你们转介到军医院，我们的三总在治疗过程当中，是就跟他评断应该会不适任，是退伍的话，是还有没有可能发生制裁的情形？这个部分哈是有可能的。因为在某些疾病上面，它是可以控制，但是它无法达到痊愈。也就是说，如果他出了院之后，在医院治疗过程非常好，可出院之后，他面临到某一部分的心绪的压力的。这两位是在医院治疗的阶段就选择自裁吗？还是医院治疗阶段结束治疗之后是之后又半年，所以半年都没有回诊的记录了。这几位都是有记录的。对啊，就是你说已经出院了嘛，对不对？是。出院之后又持续回诊而已嘛。是。所以代表着说，我们医院在我们的军方在这个部分，他是不是仍然没有办法，当回到他原来的军旅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他没办法去负担这样的一个工作压力，所以选择了制裁嘛。是这样子没错嘛？所有的个案里面哈，他的本身的变化性很大。我知道啦，我们不能一概性而。我这样要问的原因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整个金石案的关系哈。我们的人变少，但工作量增加了。那像这个东西，我们有一问二应三转介，可是仍然有发生这样的一个不幸的军官制裁的一个案件呢、啊？是不是代表着说，其实我们必须内部要重新来检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让他们能够适时的退伍，减轻他个人的身心的压力，也可以让国军的战力继续来维持提升呢、啊？我的问题重点在这里啊。那我看到你们目前的做法，你的一问二应三应答，似乎对于我刚刚讲的这两位军官，他的所谓的这个整个治疗是没有任何的帮助了，因为他最后还是选择了制裁的这样不幸的事件呐、啊。哦，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在国军必须要改变这个心态，有任何求助的现象，我觉得军医局或我们的心辅官要主动跳出来帮他们协助啊。是，部队里面只要有一位我们的军事官官兵发生这样的一个不幸事件的话，对于国军整体的战力都是很大的打击，对于其他的同仁来讲，大家都非常的不舍。所以我觉得说，刚刚我们今天做这个专案报告，我在想说，除了你刚才讲的这个流程之外，你是不是要建立起所谓的主动的退场机制？我觉得这非常重要的。上一次我在这边咨询的时候，我也请了我们的副部长、正副部长，请他来指示我们的国军严拟所谓的退场机制，否则的话，我认为这样的事情会继续层出不穷。哈，以上，谢谢。好，谢谢委员。好，谢谢委员。好，下一位我们请王定宇委员。谢谢主席哈，麻烦常次许常次。另外也请我们退辅会哈冯处长。委员好，来，常次辛苦哈，这个坚持到最后一天，然后接下来又是新的一个政府的任期，也期待你坚守岗位。是。那我今天有些问题要就教哈。第一个，国防部待会我们幕僚单位如果可以上来帮许常次补充的，我都不反对哈。这个国防部跟卫福部哈都有提出一些报告。那我仔细看了这个报告之后哈，你们提供给国会的报告几乎都没有量化的数字，比方说根据卫福部的报告哈，这一份里面有提到，我们有三级心辅防处机制，来提早发掘身心状况违常个案，
是的，然后就去介入辅导啦、转介等等。请问一下，一年这样的人数多少？哦，总人数多少？就你们好像有一套机制哈，写的很多啊，什么三级啊，怎么样子，平常怎么预防，24小时免费电话啦等等，这个国防部建制的国军心理卫生辅导网络等等，一年，我现在只问量了哈，一年经过你这个分级的机制筛选出来，提早发觉身心状况有问题的官士兵人数是多少？委员好，我是国防部政案局新埔官吴上校，跟委员报告，我们目前年度列管的个案是586元，但是我们的数据会持续变动。586元是列管的嘛？是，但是被这所谓不管是电话啦、三级啦爆出来的，应该是多过这个数字啊，因为你们要评估后才会留下列管嘛。如果状况没有解除，它就不会在这个数字里面。包括586是包含一般个案跟特别个案，只要有转介进来就是586。对对对对，586啊，其中有20%大概是主动来求助。那在这586个，每一年应该都有这些数字了哈。报告有。那退役的跟接受治疗留下来的比例大概多少？退役人员就他不行了，我们就只能让他退役了。我们会转介到医疗之后才会去做判定啊，这部分最后我再问最后的数字，这样多少？就进到这个体系里面有多少会退役？我是在帮国防部把这数字厘清，不要让人家以为生了病就可以退役。报委员，我是人事参谋长，是助理上周英国。对，这数字有关委员这个数据啊，我们正在统计中，报委员给了各项资料，我们尽快给委员参与中。你们提供出来的报告哈，是我真的，但是委员你要最新的资料，我们正在统计中，以后给国会的报告。总是要数据量化嘛，是你们管兵也是看边线比啊，各项都有数据啊，要不然怎么评估？对，我们在委员指导来，市长怎么去了解这个事情？是是是。然后另外，你们在征兵前都有做过体检、精神各方面的筛选，所以理论上军中里面罹患精神疾患的人数比例应该比社会的低，因为你从社会取兵来之后，你们还有第一关筛选，筛选过后才留在军中。所以理论上，军中如果在正常的状况下，他的精神疾患的比例应该远低于社会的精神疾患比例。好，局长，军医局长，这样对不对？是，报委员。那数字有没有呈现这样子？哎，数据也是呈现这样子，也是呈现这样子。是，所以你现在告诉我是最近媒体报道的是某些个案被放大了。是，那你们有跟民间的比例比起来差多少倍吗？有，我们本身目前来讲的话，在整个跟社会上来讲的话，我们大概是差不多一半了、差不多两倍。我们是一般社会的二分之一。我们常常是听故事或自己当兵的时候都听过，是疯了拿枪乱扫，丢了手榴弹到排寝室里面去，这个都有听过，也发生过。是，所以在军中的精神疾患有时候它的危险性比一般社会高，就是他手上有武器。是，所以对发现刚才讲的。一年列管到500多个人，他们的第一个动作是不是脱离原来的服勤单位？你们的标准作业是什么？鲍委，一般来讲的话，在第一阶段的那个主动查他心绪有违和的这些人员的话，一般来讲还是在军中，还是在部队里面。如果他状况不能够透过新辅官的一个协助，那你还在军队里面，但他的业务有没有调整？比方说就不能碰到弹药啊什么的，有没有这样的作业？这一定会相对调整，这一定还是自杀防官去决定。这自杀防治的一个基本窍门的话，基本一定要会离开危险高风险的一个作业环境。你们现在里面的心辅人员的专业度怎么样？有没有考国家证照啊？谘商师、辅导师这样子？在我们医院的社工师或者是心理那个临床心理师，这是依据医疗机构设置标准里面，他一定要通过国家专技考试。都有，那是你们医院里面啊？医院里面规定是部队里面像打造老师啊什么，那里面的。里面的人的资格有没有问题？做心卫中心的老师，就是说各个单位北中南东的一个心卫中心的心辅老师是必然一定要具有的。那是中心的，那已经大单位了嘛。在部队的那个心辅官的部分。对，部队的心辅官，我们现在不要担心这一块。其实学校也有类似这样的情形，我们觉得有问题，自己觉得有问题，我们把它丢到这个心辅单位。可是心辅单位搞不好也就是一般装长的军官而已，那个判断上可能时效上或者判断真伪上。够不够科学？所以心辅官这边，你们所有在一级单位、地方部队的那个防护的人员资格，有没有什么特殊的专业？
包委员，我们心服人员的组成既有心服官、心服员及心服士啊，在我们目前为止，我们的心服人员里面啊，具有研究所学历啊有47员，具有国家证照。研究所学历是这个方面的吗？是，都是相关科系。然后心服师的执照跟社工师执照的人员既有21员，其实我们专业性是足够的。量够不够？目前为止我们大概1:506，就是一个心服人员可以服务506个官兵。所以你认为这数字是够的？目前为止是足够的。对啊，那所以以后你们预算就不能再要哦，你要做出来哦，你自己讲足够的哈，你要记下来哈。好，我接下来要请教退辅会跟我们许常次哈。我们现在军中有一种宿舍叫单身宿舍退社，那单身退社里面在住在里面的这些老伯伯，其实都是你们军中的老学长或者是老同僚。他到底是国防部的业务还是退辅会的业务？我们退辅会有没有介入这一块？单身退社这一块？这个部分我们是请我们退辅警务处处长来说明。对，尽快哈，我们时间有限。他是军中退下，也符合你先讲十年以上的嘛。跟委员报告，我是退辅警务处的处长。单身退社里面的这些老先生，属不属于你们退辅会的业务？这些人员的服务照顾属于我们的业务。但那个房舍是国防部要管。是总政战局。所以这些老先生能不能去住你们的荣民之家？可以。我们也曾经这个我们服务照顾处也曾经这个去劝住。我现在跟许常次哈沟通这个概念哈，就是说我不反对尊重照顾这些老伯伯们，因为毕竟他一生戎马，我们应该让他后面收尾收好来。可是法理两个事情要守住。我们看哈，目前的现况，我举一个例子，举我们台南的逢甲退社哈，逢甲的单身退社里面。这一个是43连队报给我的数字，退员67，移眷32，移组36。市长，你看到这数字有没有觉得哪里有问题？单身退社怎么会有移眷？单身退社怎么会有眷属？为什么？单身退社就是军中这些老先生，他们未婚嘛，要单身才能去申请入住嘛。是的，就现在住在里面的眷属跟遗眷，比真正安置的人快要还多了耶。这有没有问题？委员好，我是政战局政务处处长，向您报告。这个部分的话，我们按规定的话，就是应该由单身退员来进驻。但是因为单身退员，他们这后面这68个已经比单身退员还多了了哈。这68个依你们现行的法规合不合法？应该不能在里面的。不好，可是。常态是这样子，我们再看下一页哈。但是呢，我跟你们政战局要的人数就很奇怪了。你说逢甲单身退社里面只住了66员，443一连队里面住的是67个，加上68个眷属，你给我的数字只有66个，为什么？我们提供的数字是没有错的。是你说谎还是43连队夸张？因为他有些遗眷可能会离开，所以你们粉饰太平嘛，里面明明住了100多个人，你只写66个嘛。对不对？因为我们都有按时间去做清查，但每一次也许清查，我不知道你们去把人赶出去，我待会告诉你怎么做。我现在告诉你意思，你连给我的数字，跟真正现当地业管的43连队数字出入了一倍以上，那我立法委员以后跟你要数字，我还要相信吗？你这数字对不对？鲍委员，我们提供的数字没有问题，这个都是清查过的。那所以说43连队错喽？那多出来60几个市长幽灵人口。如果这个数字上有出入的话，我们下去要再做一个确认。这你的数字出入一倍以上啊，我们会再做一个确认。好，我们来看下一页哈。全国的单身宿舍退社有41处，我如果有一个地方我只抽看了逢甲退社，你的数字就差了一倍以上，我强烈怀疑其他都有问题啊。主席，抱歉，再借我一分钟哈。我们再看下一页，这个是单身退社管理的作业办法，所以你刚才讲，事实上眷属啦、什么其他的亲戚去住都不合法，是不合法哦。是的，那些老先生，也许我们要辅导他去荣民之家，可是我们尊重一个人，他一辈子住在那里了，你叫他搬走，不要强制。我特别告诉退辅会，不用强制他搬走，我觉得那个太残忍，他在那边住一辈子了哈，不一定一定要去荣家。我现在讲是里面住了一些根本不该住的人，而且比该住的人还多，所以产生一个很特殊的现象哈。我们去抓人口超量，最常抓的方式就是水电费，你知道吗？
逢甲退社哈，平均每人每月，你们国防部帮他缴的电费缴多少？缴3002.4元。我们全国一般的老百姓，平均民生水电费每人是278块，整整多了10.8倍。里面藏了多少人？水费也一样，如果只有电，搞不好里面的冷气坏掉了。水费呢，在单身退社里面，平均每人水费每月943元。台湾一般社会大众、一般家庭是83.3元，也多了11倍。所以这两个对起来，就发现，在里面的人不该存在的人，也许比你们知道的数量多10倍，或者里面的水电有被接到外面滥用，或者在里面有营业用。我这样推理合理吗？10倍耶。跟委员报告，所以我们针对这个现象的话，我们也要求单位要下去做一个加强的一个。这个已经讲很久，你们也没有查嘛？十倍，结果呢？光逢甲退社哈，一年的电费要250万，水费要78万，其他加起来41处数字你们没有给我，可我概估哈，光退单身退社，你们缴的电费就破亿，缴的水费就超过3000万，而用的人一大堆根本是没有资格住在里面的，对不对？跟委员报告，这个我们都是按规定去要求以及去检查。那你现在回答我的标准答案，事实不是显示这样子吗？这个多了十倍。这个是逢甲退社的现象，那我们下去会针对他再做一个详细的了解。所以本席那边特别要拜托你哈，单身退社的老先生，我们退辅会负责人，事实上那个空间住在哪里哈？那里啊，部队长次你们也跑不了关系。对这些人的照顾服务，到他终老，可以更体贴一点。可是里面一大堆外配，根本就是看护借住在那边，连他照顾的人过世了还住在里面。然后我都有拍起来，我今天没有时间播影带给你们看。单身退社全国41处，如果变成国家帮他，你们水电费还有优惠的吗？来，王委员，时间。把这个问题清查一下。退社的水电费是没有优惠的。我最后强调一句话，就是对真正该住在那里的老先生、老伯伯们，多份体贴，本席支持。不该住在那里的人，滥用国家资源，1亿以上的电费、3000万以上的水费，那都是民脂民膏，我们要守住。我下一次还会再问你们一样的事情，请你把事情清查结果给我。谢谢委员。好，谢谢委员。好，谢谢。谢谢王委员。再下来，我们请江启臣江委员。好，谢谢，请主席邀请次长跟经济局局长。次长、局长。委员好。次长好。上个礼拜委员会我也曾经问过关于海军101班啊，有很多位的这个军官啊，在三总北投的818医院收治的这件事情啊。那当时候你给我的回答啊，我是希望你们去调查整个到底这个好几位啊，同时在那边现在收治的状况，还有他背后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因为，不管媒体报道也好，或者外界啊，都不断的爆料，而且一个接一个这样加码爆料说，哪一个人的这个退役是有问题的，甚至有一些是所谓的装病的。好，其实这个国军形象非常的差，你看昨天又爆一个，对不对？还说这一位退了之后到外面的公司去上班，也看不出什么状况。那甚至是说还有传授给其他人，像这样的事情，到底上个礼拜问完之后，你查的情况怎么样？因为上礼拜你只有说你们把他们留院观察期从2周变成4周嘛？是。是不是？那很多人就问说，那2周变成4周，你到底在观察什么？观察内容是什么？然后这些观察到底有助于你的判定吗？或者有没有助于你找出他真正背后有没有欺骗的这个理由存在？鲍委员，我先把整个上次委员的这个指示事项办理情形简单的说明一下。针对委员上次指示的事项，我们下去有很郑重的邀集所有各个单位里面，包括新府、军医、部队单位主官管全部来，由我亲自来主持这个会议。那么针对发生这种状况，我们从开始部队的管理层面，有关于他部队管理层面，第二个
他的工作量层面，第二个心腹的层面，第三个有关于医疗层面，甚至来讲有关退场机制的层面，我们都全部做好相关的讨论。结果是什么？那相关的状况之下啊，有关的结果，我们下次之后会跟委员再做详细。已经完成了吗？我可以跟你比较详细的。因为当初我邀请你完成，要给我们一份报告。我可以跟你比较详细的详细资料，因为这边没办法一下子就跟你讲清楚。但是针对那101年班那几个人的案例，我们也逐一的来做。因为那个太集中了。是的，是的。我等下详细案例，我请军医局长跟你说明。所以到底这些案例有没有问题，还是都是属于他这个正常发生的状况？鲍委员，事实上我们现在目前讨论这个问题啊，我们是聚焦在这几个异常的个案啊。但是呢，我们全国军20几万的官兵啊，绝大部分是以健康的身心状况分布在全国各地，来执行他们的军事勤务，捍卫我们的国家的一个主权跟民众的福祉，这是确定的。但是呢，对于有生病的这些族群啊，上次那个委员要求我们去之后，我们把所有的个案检视，有几个特点啊，就是说虽然他是同一个旗班，但是呢，做鉴定的过程的主治医师是不同的医师。这八位里面呢，只有两位的个案呢是一个医师，其他六位都是一个医师。也就是说，八个个案里面有七个医师来做主治医师。可是呢，我们鉴定的过程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医品小组。医品小组本身呢，是由医师、心理师、护理师、社工师、职能治疗师整五个专业，再包括监察官。我想委员知道，监察官在军中的体系扮演着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还有心腹官，总共七个人组成这样的一个医品小组，针对每一个个案的一个心腹的过程来做他的一个鉴定。所以呢，在严谨度上面来讲，应该是非常那个非常非常好的。所以你刚刚的讲法就是说，过去四年多来600多个军官因心理疾病退役的，没有一个是装的，全部都属实，对不对？跟委员报告，跟委员报告，这个容我引用一个科学性的数据啊，经过临床心理学的一个调查。诈病啊，就是某些病人呢，因为特定的目的而欺骗医师，让他取得那个诊断的话，大概10%是9.1%，就多少？9.1%，9.1%，所以差不多10%。这个部分呢，所以换句话，661个里面10%，就是有60个哦，9%就60个、哦。跟委员报告一下，基本上我们透过我们。这个是指一般的那个，对啊，这个数据，这个数据是说，医生也是人，医生他也会受骗，医生也有可能误判，也会被骗。好，如果对方特定的一个，那个我相信医生不是圣人，啊，他也不可能完完全全能够防避了。是，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说，可见这里面还是有一些疏漏了。鲍委员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整个国防部里面是成立7人小组的一个委员会，而不是由单一医师的一个判定。因为如果没有疏漏的话，第一个不会有这些一报再报的料出来，对不对？第二个，这些人他因病或者因心理疾病，而尤其是因心理疾病退役的，有没有回诊机制？有回诊机制，有回诊记录怎么样？你们有没有去检视？是跟委员报一下。比如说昨天报的这个 case， 他说他没有回诊记录啊。这个外面的媒体的报道跟事实上总是会有落差，不一样。那跟委员报一下，我们任何的疾病它是变动的，也就是说，某些疾病在那个当时，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躁郁症，可能他住院的时候刚好是属于忧郁的时期，但是呢，判定完之后，他出院了之后。回诊的时候，他突然之间变得非常亢奋，晚上没办法睡觉，在职场上的表现非常优质，那个时候是躁症这一类的这样的变化。好，当然这个很专业哈，是我们当然希望这个专业可以落实，是，然后真正达到防避。是，但是现在我要告诉次长跟局长，就是说这个漏洞并没有堵住了，并没有堵住了，所以才会产生这种状况。我们现在是要想办法把这个漏洞补起来。是的。那当然，你事后来检讨，这是一个事先的防范，你怎么做？还有整个配套你怎么做？我来看一下哈，你们整个这个有没有合理的退场机制，或者是你在入伍的时候，你的招考的过程里面，你到底有没有做到很好的防范？是，请教两位，
什么样的情况底下，以军事官、国军军事官来讲，什么样的情况之下可以合法的退役？这你们规定讲得很清楚啦，好，规定讲的，在我看来哈，在我看来就是说，基本上除了你达到法定年龄嘛，啊，法定年龄是一定可以退役除役啦，啊，那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未满服务年限的最低限制者哈，你大概只有透过因伤病，啊，因伤病，然后跟人评会考核不适合服役者。报委员，他有四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因伤因病或身体体弱，第二就是考绩达到丙上以下，伤病第三个就是一次技能弱嘛哈，对，然后考绩不及格的这一部分嘛，对，丙上以下，第三个就是一次技能大过，第四个是其他事故。这几个退役哪一个需要赔偿？哪一个是需要赔偿的？因为你未达服务的最低年限嘛，因伤病要不要赔偿？不用嘛，不用。那请问考绩不及格被记重大过失这一种要不要赔偿？要吧，是不是？你等视同违约嘛，那个军哦，是，所以这个问题来了哈。我举一个例子，我今天对报效国家服役啊志愿役军事官充满了这个理想跟抱负，哎，我受训完，我一旦下部队，我发觉，哇，这跟我志趣差太多了，我根本不想再待下去了。如果我在民间的一家公司，我可能马上明天提辞呈，对不对？好，可能就离开了。当然，有一些或许公司会罚你什么啦，但是那是私人机构，啊，那你现在是一个国军，你接下来全部都是募兵制哦。如果你发生这种比例很高的时候，然后你要用这种方式来做退场机制的话，我请问大部分都走哪一个路线？大部分会走哪一个路线？一定走因伤病体质衰弱嘛？包委员在招生简章里面都有规定说，他服役的因为你的制度这样设计的时候，我就是往制度的漏洞来走。包委员，因为他招生简章规定他是自愿进入军中的，所以他是自愿的。对，那自愿他如果说不是符合军中需求，对，不符合军中需求，他犯错违法犯纪，考绩不符合需求，那个，这位是谁？我人事部次长是助理次长。那个助理次长是，我请问到任何一家公司去上班，哪一个不是自愿的？但是公司跟军队是不能比较的，没有错。好，那如果是不能比较的话，军队的退场机制要怎么设置？这才能够防避漏洞。我今天要跟你讲的是防避漏洞，是。我当然不希望我们军中的人员流动率太高啊，因为我们训练也要成本啊，是，对不对？你不能说好的你都要，不好的你都不要啊，这样也不行啊。所以你的机制的设计，第一个能不能在他考之前，你就让他了解清楚，哎，你到军中你的志趣合不合啊？你知道你们现在考试考什么吗？我们看一下，这个是志愿役专业预备军官、预备士官的考选，你考什么？国文、英文嘛。我请问，为什么没有所谓的志趣的测验、性向的测验，连智力测验都没有？哎，智力测验也有，但是他入伍之后，现在有智力测验吗？有智力测验。什么时候测？他一百，啊，这个专业军事官要达一百以上。那今天他在专业军官，他受训，他26周的训，半年的训，在这个期间，他发觉他志趣不合，他可以退训啊。那退训依照规定，他退培，这也是个机制，他不需要等到军中。那到军中的时候的退场机制就只剩下刚刚谈的那两条路，对不对？是，但中间那么长的时间，他可以。然后在这中间的所谓的身心平量的考核，多久做一次？就是我已经离开学校了，我离开军校了，是，我下部队了，是，啊，或者已经不在军校单位了，是，我的身心平量多久做一次考核，多久做一次追踪？报委员，在我们本身的那个医疗的作业里面，它有年度的健检，哎，年度的健检，它的年度健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检视量表，心理素质的一个评估 ，BSRS， 这是年度健检。那这一些年度健检跟刚刚我讲的。四年内600多个军官，你们拿出来对比，这中间有没有一致性？有没有一致性？也就是说，我的年度健检假设四年都有做，四年拿出来一比对，的确这660几个人都有问题。
因为年度健检它呈现的是一个线性状态，他们的身心状态产生了一些问题，所以他最后不得不到818医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这个身心评量有价值，如果不是，那合理怀疑这中间有没有问题，要么你的身心评量造假乱做没有落实，要么就是他有装病，这个不能查吗？可以吧？如果你有做每一年的身心评量的话，要不然就是你的身心评量的题目有问题，为什么问不出来？你问不出来说，哎，我在部队里面，我实在不想当兵了，我当初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这个东西有没有问？跟委员报告一下，事实上国军在做心理评量的工具里面啊，它有分四大类，包括你新兵入伍一周内的施测，跟在我们分化到部队一到三个月的那施测叫国军身心状况的一个评量表，还有赖氏人格的测验，对，以及呢在我们所谓的做到什么时间点？做到他毕大学就是整个出关，没有，我说他下部队之后有没有继续做？是出关的时候一到三个月的这些施测，然后紧接着就年度的健检。之后就没有了，它有四大类，之后都没有了嘛，之后只剩下健检嘛，没有你所谓的赖氏评量嘛，没有嘛。委员好，我是政战局新辅官吴尚孝，跟委员报告，我们测验的目的啊，只是要了解官兵的适应状况，所以当他出关入部队或者是学校毕业啊，我们一到三个月内会做一个试测，然后三个月以后就不测了嘛。而三个月后我们是随机，我们会针对个人的状况，比如说他今天状况有问题，我们马上就做试测。等到你状况有问题的时候，你已经无法掌握他的状况。包委员，我们是配合比如心理卫生宣教的时机啊，我们都是会国军的心辅系统是蛮重要的，我是不晓得你们现在编制够不够，但是我觉得你如果用抽测的状态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去掌握的。你应该每一个职业军事官，他在一定的时间内，你要定期的去给他施测这一些人格测验或者他身心评量，这些 data 你们收集来之后，你要去 run， 你要去了解分析说，这个人身心状况是不是稳定，对不对？然后他一旦说，抱病了，我真的忧郁症了，我受不了了，你资料一调出来一看，到底有没有迹象？这个是你建立 data 的重要的地方啊，包委员，我们都有在建立，对不对？所以是啊，包市长，这个东西你们要去做，是的，帮你防弊的，谢谢委员。第二个公平性的，是的，是的，对不对？公平性。第三个，不要浪费国家资源，是的，谢谢委员，好不好？知道啊，谢谢。好，接下来我们请林昌佐林委员咨询。请今天是局长吗？哦，次长过来了。好，我们请次长。委员好。次长你好。我想在这边，就是我首先其实是觉得有一点感慨，因为我最近在协调处理的事情，其实因为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关于这个军人身心健康国军精神卫生管理辅导措施的问题，而最近我在协调的一个案子，就是国防部跟卫福部在互告的，关于卫生教育知识不足造成可能歧视的这个问题，在打官司。那这一点其实看到两个部门现在正有官司，但是又必须同时在这边报告，其实我是真的觉得有点感慨。那在这边，有多位委员其实都有提到的这个。军官士官的这个退场机制的这个问题，我想我也认为这个很重要，但是我就不在这边重复赘述这一块。我要在这边比较强调的是，其实从最近我们在协助的这个案子来看，那再到整体过去这段期间国人都很关注的一些问题，包括人权教育的问题、人性化的这个环境等等，在这边我希望各位可以有一个思维啦。因为要问什么问题，许多委员也都问了。那我过去几次要求国防部提出来的关于这个人性化的环境跟人权教育的报告，其实我也看得出来，可能各位要写这个报告给委员，
也都觉得压力很大，但是也不得不写。那看到今天针对这一个问题提出来的报告，其实老实说，我们也没有看到真正去处理根源的问题。正如同其实国防部之前针对几个这个身心这个疾病案件几个个案来跟我们报告的时候，让我们了解的时候，也有提到有一些个案，因为身心疾病这一类的精神疾病有两种嘛，有一种他可能是自己在这个方面他需要这个定期的服药，定期的维持他的这个稳定的状况，另外一种可能是环境的问题。那之前国防部的这个派人来跟我们解说一些个案的时候，也有提到有不少人是环境的问题，所以他离开了国防部以后，他身心状况就可以复原。那这个是表示环境本身是不是有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个报告里面都没有看到写到这一块。因为我在想的不只是怎么退场，有人适应不良当然会想退场，这个我们要把它建构完成，但是我们也希望留住人才嘛。我们现在招募这么不易，所以不只是我们现在已经是用尽所有的方法不让人退了，结果他最后导致有人心理疾病，有人自杀。那我们现在开始让他们可以比较退，有比较好的退场机制，但是我们同时要想怎么留住人才。那这一块我们在报告里面，还有后来我请国防部交给我们的人权，我说叫人权失败报告，人权教育的这个不完备、不落实的这个报告，里面看起来就是为了写而写。那这个我在这边，我昨天一直在思考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让整个国防部重视，其实它本身是有人权教育的这个问题，人性化的空间、人道的空间是不是不够的这个问题。那所以我也不太想今天再叫你们提报告，你知道吧？因为你们一定就是把本来那个报告再去怎么样再多写十页给我。那在这边，所以我要跟各位分享一个观念。那这个观念是我其实在协调这一个我刚刚讲那一个个案的问题上面，那个是个那个艾滋的那个个案。我发现有一个问题是，以这个报告哈跟那个艾滋的个案，我跟大家交流一下，看大家有没有办法因为这样子去思考未来改进的方向啦。就是我们在讲检讨的时候，大概也像今天提出的报告这样哦，针对那艾滋个案的检讨方向是要怎么让这个我们国防大学里面的老师跟学生认识艾滋病。他没有去发现他可能是人权跟歧视的问题。认识艾滋病现在已经全国都在宣导，大家不会不认识。跟今天面对这个身心疾病，不管是焦虑症、躁郁症等等，大家去认识这个疾病可能知道。但除了认识，除了疏导以外，你这个环境到底有没有去避免造成这焦虑症？我们没有在想这个问题，国防部没有在想这个问题。这一点我希望国防部今天在座各位，我们朝这个方向去想，因为我们要留住人才。今天不管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艾滋病的这一个个案的问题，还是身心疾病、精神卫生的这个问题，我们要检讨的方向不会是要怎么去认识这些疾病，要怎么去避免这些疾病，而是我们怎么在大环境上面行塑一个人权的空间，不要每一次都发生案件以后，搞到还要跟政府其他部门互告。然后所以这一点我在这边齁，我也不是说一定要你们回答我什么，因为我也有理解到硬要你们回答、硬要你们写报告，最后只是为了报告而报告。我在这边只是要提醒，就是说对国防部来讲真的也辛苦。为什么？因为台湾这二三十年来民主化、多元、人权、自由的社会，所以外面的社会的环境正在改变，国防部改变的比较慢，军队里面的体制改变的比较慢，所以我看到的报告是怎么样让人民去适应军队的文化跟环境，都是在提这个。其实我们是不是可以反过来一个思维，就是怎么让军队去适应社会已经进步了二三十年的这个多元、人权、自由的这个空间？那因为我们最后只会让社会越来越适应不良，是把社会里面栽培出来的人丢到军队会越来越适应不良，因为军队的进步比较慢。所以我们现在需要改变的不是怎么去辅导、加强辅导这些从社会进来的这些人，不管是进来念书、进来服役的这些人，不是，因为他们离军队已经越来越远了，因为他们已经走进一个进步、多元、人权、自由的一个社会。那我们的军队在这一块的改革比较慢，所以与其
一直思考怎么去给他们正面的能量，给他们正向的价值，如你们报告里面写这个，我觉得某种程度让国防部慢慢的进入一种体质的改变，不是个别军人的体质改变，而是国防部体制的改变。那这一点我是真的非常善意的，我也不想要每一次都是用针对人权教育用骂的，然后要求你们写报告。那我期待新的国防部长进来，我们也不可能靠换一个部长可以解决这些事，因为大家一定要一起努力。那我其实在未来下半年的时候啊，我们会针对这些部分，包括军队的体制的改变、人权教育的部分，我会更有耐心的跟各位一起来沟通，希望说不只是要求交报告的这种方法。谢谢。对，那我们真的是彻底的把这件事情解决，那不只是给军官士官让他们怎么退场，我们要留住很好的人才，我们要让外面的人好想进来，他不会觉得进去好可怕，他已经距离现实的社会越来越远了。那一个国防部是一个好可怕的一个已经不食人间烟火的一种管理方式，那我们不希望是这样，我们要让好多人想进来，那进来的人不想走，那虽然也还是要有一个人性化的退场空机制，但是大家都不太想走，也不会有人生病，也不会有人自杀，那这个是国防部要改变，而不是个别的军人我们要去疏导他，不是，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军队的体制。是的，委员刚刚讲的我们感受很深，所以我今天我想也是最后一天的啦，那我们之后在新的这个政府的这个期间，我们用新的态度一起来努力。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委员。好，请刘世芳委员质询。谢谢主席。我想直接请军医局的局长，还有陆海空三军的副参谋长。好，军医局的局长，还有陆海空三军的副参谋长。我们请次长休息一下。还有次长要吗？次长不用，请次长休息一下。局长，是。我今天所要问的问题呢，大概不会只有局限在精神卫生管理，因为这是媒体上面出现的哈。我想直接请问一下。媒体这样接二连三出现，就是说国军内部有这些精神卫生的状况的时候，现在我们在军医制度啊，包括在我们三个军种里面的副参谋总长副参谋长的这个层次里面，有没有做任何的修正，还是按照原来的机制在处理有关精神卫生疾患的这些军事官，有没有修正，有没有改善，还是没有？媒体过了就算了。譬如说人员的分配的状况。我先来问一下，陆军跟海军跟空军，现在在你们的军种里面呢、啊，在负责心腹的人次、心腹官的人次是多少人？人数是多少人？因为刚刚已经有个报告嘛，全军的军种都有。那我知道说三军的军种的分配的状况。委员好，我是陆军副参谋长。那现在的编组都是按照刚政战局，在陆军里面是多少人？陆军里面多少人？确实的人数我不了解，你查一下海军多少人？空军多少人？来请。委员好，我是政战局心腹官吴尚孝，跟委员报告，陆军的心腹人员人数是219员，海军是39员，空军是44员，后备。啊，他是怎么分配出来的？我们是依照那个人数。人数的部分，我们是按照我们之前的教则来1:500的比例来。1:500，也就是说每500个人就会分配到一位心腹官，是不是这样子？对，目前是这样子。那现在发生那个比较多的是在哪里？集中在陆军，是不是这样子？目前各军都有。都有哦。是。那还有中央单位。好，这样，那我请教陆军好了。好，请教一下，刚刚按照我们的心腹官的这个说明是500:1嘛？那这些一个的心腹官他在哪里上班？他有下部队吗？还是巡回都在部队，我们都在部队，所以他是被动式，他是被动式的接受，没有主动，主动去接触，怎么样的主动？在陆军里面怎么主动？各连去了解，到各连是有没有到非常偏远的？譬如说我们现在可能在金门、马祖也都有，也都有，多久一次？大概每季都会有一次，每季有一次，按照他的单位，希望能够防范有异常的状况， 是吗？那这个个案也是单位也会主动，一个是主动往下。掌握一个是由下上，那这样好，六六旅跟九九旅的
层次是怎么处理的？现在是怎么处理的？我现在讲这两个个案。委员好，我是海军副参谋长。是的。我们其实在这个心理防治层面是分三级，第一级是初级防处，其实基层的干部、基层的每一位官兵都是一个初级的那个的预防的人员。我知道，我现在就是发现了问题，就会转移到第二级。谁发现？是政战官发现，还是心理官发现，还是自己认为自己有问题？也可以，这也可以。哪一种会比较多？不知道，这个很难统计。但他觉得他觉得他自己有问题了，他也可以找。所以在你们的想法里面，会觉得说，其实，在我们的军队里面，其实已经有天罗地网这样密布下去，那会发生还是就是让它发生？不，我们因为我觉得不能够直接就是规则，就是我们的军医的制度有问题，因为他们已经是最后一线在处理了嘛。是的，我们很感谢你不能只有开，对，他应该是在部队在服役的期间，如果任何困难。一定会往上呈报嘛？那这个呈报的速度要够快。刚刚有提到，我们当然不能对个案来做评估。我想这样子违反个资法，也违反卫福部里面相关的这些法规。可是，在我们认为的天罗地网的密布的时候，我的感觉，我希望说新辅官啊，他能够像刚刚提到的，我们如果有做任何的状况的话，能够提报上级，预为预防，我觉得是相当的重要了哈。因为同样的，我们都希望说，这是爱之深，责之切，我们都希望。在国军服役的呢，不管他是哪一种兵军种呢，都能够很健康的哈来保家卫国。那我现在呢，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国军呢，国军军事官里面吸毒的这个状况。那个局长，是我刚想要请教你啊，是国军吸毒的状况呢，在我的统计里面很特殊啊，是从那个100年开始到104年呢、啊，为什么会跳升啊？请看一下哈。100年的时候阳性，我们都讲阳性的部分哈。100年的时候143，到102年突然从143跳到441，到104年的时候已经是777，是这么高的比例。第一个，我们现在服役的这个人数并没有跳增这么多嘛，按照比例上，好、哦、不会这么多。所以你的分析是怎么样？鲍委员，有关于这一部分的跳升哈。在我们几个考虑的一个面向里面，就是说我们所使用的那个kit 啊，就是筛检盘的一个准确率，这是一个其中的一个因素。另外呢，就是我们也反推回归到教育部的一些数据啊，就是说整个社会的那个青年他本身的药物滥用的情形啊，也是随着这个，因为我们官兵是来自于社会。所以社会呢，他在药物的使用的这部分，如果说有增加，我们也会反映到入伍的新兵是这样子吗？那局长，你的意思就是说，从101年开始，不管是军中或者是社会里面呢，对于吸毒好、或者药物泛滥的情形，其实是越来越严重，甚至在你的确诊的阳性反应人数里面是三级跳哦，这是三级跳哦。卫福部有没有同仁过来？他这样的说法你可以接受吗？来，我再讲一次。从101年到102年，甚至到103年、104年，它是三级跳哦，几乎是三倍。到103年，如果用101年当基础的话，是六倍。到104年的时候，已经是快将近七倍了。卫福部知道这个有这样子吗？最近这三年来，我不讲军中，全台湾的这个吸毒啊的这个筛检人数，确诊为阳性的比例是真的有越来越高的倾向吗？谢谢委员关心这个议题，我是卫福部信口市市长盛立中。是，请说。是，关于委员刚关切这个议题啊，其实在全大概这从这几年看来，年轻人去吸毒的，其实特别是在那个 ketamine、安非他命，尤其是 ketamine 有越来越增加的趋势，跟第三级是有越来越增加的趋势。有越来越增加的趋势，有没有像军中？因为如果军中如果是个小社会的缩影的话，是不是这个确诊的阳性比例就越来越高？因为目前的军医制度里面呢、啊，我刚看了，连那个毒品的尿液筛检呢、啊，也是放在国军的八一八医院里面，对不对？报委员，然后再转三种。报委员，他基本上所有的尿液筛检是各个部队里面去执行的，如果初步验证阳性的话。因为有可能是服用任何有一些那个药物而反映出来，感冒药这个时候是第四级，对，这时候要再做所谓的复验，复验的一个单位是奉那卫福部核定的几个单位，三军总院是其中一个单位，所以我们会送到三军总院来做复验，那复验的准确率就非常准确，而不会因为个案说我喝感冒药，所以才会有阳性的这样的一个争议。
好，我知道，谢谢你。我现在就要问这个我们陆海空哈三位副参谋长哈，如果在你的军种里面呢，已经有确认它是属于不管是一级、二级、三级、四级，可能还是那个比较有一些争议性的状况的话，我们的后续的机制是怎么处理？啊，立刻就送医处理。送医吗？检验是。送医吗？对。来，在102年之前呢、啊，你们是不是要先送到宪兵啊？没有没有，国军的各级医院去处理。是，报委员，这是我们军医的负责的部分，跟委员报一下。是。如果三军总院复验确定是阳性的话，我们就会通报到单位，就是个案所属的单位，那个单位一定要转交到宪兵单位。宪兵单位他会依据他本身所服用的药跟他所执行，他是使用还是贩卖？如果使用是一二级的话，那就要到函送地检署去申办。在102年之前是军检，对不对？是是是。102年之后是地检署嘛？是。那第三级、三四级的话，就进入到所谓的行政裁罚的部分，就到行政裁罚的部分，包括要不要退役，是不是这样子？一般来讲的话，目前呢，使用 ketamine 或怎么样，它还并不是安非他命，它并不符合所谓的因伤病停役的这个不是，所以他还是留在部队里面。他会进入到所谓的818的勒戒单位，是。他是不是停在部队里面3个月以后再做尿液的复验？哦，这个不只是三个月，我们会直接重点的一个不断的复验，要送到818里面去吗？勒戒这样子吗？勒戒三个军种都是这样子吗？是勒戒的判定是法官判定他需要接受勒戒的话，那就进入到我们自己本身的818这边，818的院长在这边，他本身呢就是会接受这样的一个个案出来。好，那我再问一下院长好吗？来，那三位副参谋请回来。院长，是那个在你的医院里面跟毒品有关的，现在已经在勒戒的有多少人？目前我没有统计呢，大约有多少人？来，我告诉你一个数字了哈，在我的数字里面，104年呢、啊、呈现阳性反应人次，这边我得到的是777，但是我们又从另外一个管道知道说，从三个军种报上来只有514，这里面是有数字的落差。这个数字的落差到底是因为他所使用的等级不被列入，或是认为刚刚局长提到他是属于行政裁罚，所以就放回去部队里面了？这个部分呢、啊，可能要做清楚的筛检哦。谢谢委员的一个提醒。因为呢，我们这个统计呢是三军总医院所他反映出来的数据，但是呢，部队里面会因为他是义务役，然后或者是那个4个月的军事训练役，他完成了他的服役的时候，他离开了部队之后，他就不列入统计，所以中间的落差是因为人员的离退的问题。人员离退，那不晓到哪里去，要不要通知地方上的卫生局？如果他也必须要继续接受尿液筛检，因为防毒啊，还有反对吸毒啦、啊，还有那个吸毒以后的，这些都是卫福部需要再接收的。那你有没有通知地方的卫生局？报委员，这个通报的行为哈，要有法源的依据。据我个人所知， okay, 来，你最好查清楚。卫福部，你最好查清楚。是。我有一份监察院的报告，除了就是说我们在国军里面呢，因为毒品呢的处理，譬如说你们可能每一个地方记过不一样。监察院给你们提起警告以外，同时也提到说，你们把这些名单不晓得因为什么状况没有移送到地方政府的卫生局，结果卫生局也落高去，你懂我意思吗？这些人就石沉大海。我告诉你，石沉大海之后，是再次吸毒的可能性就很大，因为外面的这样子的一个引诱又更大。是，所以我麻烦军医单位是、哦、能够确认一下，如果他已经是属于就是尿液复检之前呢、啊，还没有确定可以解除管制的时候，是跟地方政府的卫生单位或者是相关卫福部的其他医院呢、啊，要能够可以连接跟勾稽，否则这些人就是石沉大海。了解，好吗？是，好，是，好，谢谢你。是，谢委员。好，谢谢。我们再来请吕玉玲委员。主席，我们请市长。市长。委员好。市长，我这边有一本书哈，它的名字叫做《西点军校的领导魂》。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小时候我没看过。
这本书最主要就是统整了200年美国西点学校在于他们的领导他们的训练跟经验上，有很多句名言啊，本席想在这边宣读一下给大家听一下啊，就是主管人员对于人要能了解与体谅，人不是机器人，也不应该被当作机器人。我的意思绝对不是要逢迎讨好，但是人人都是聪明又复杂的，对于别人的了解跟体谅都能够有正面的回应。经由了解跟体谅，领导者可以赢得部署最大的付出，也能够赢得忠诚。所以市长，你认同这句话吗？非常认同。这句话它最主要的是希望说，我们的国军在我们的将领到士官，或者在军官到士官士兵，在我们对他们的训练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运用到这句话，对他们充满着了解跟体谅？是的，跟委员报告，我有用一个四句话：带兵带心，啊，可以涵盖这些。我在之前咨询的就是说带兵带心。是的，你要了解他们在现实环境实际的状况，我们是不是可以辅导他？现在发生这么多当兵当到精神病，但是我们的机制、我们的处理方式，虽然说有三级三辅导，但是辅导你有没有层层的去辅导、层层的去关心？那你们有没有落实到这种管理的制度面？有去落实吗？是的，跟委员报告，针对最近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在详细在检讨。所谓三级防止这个机制是很好的一个机制，但是有没有去这个落实，这是我们要检讨的地方。第二个，有没有可以精进或强化的地方，我们也在检讨当中。比方说刚刚讲的有一些所谓的这些环境适应啊，或是声音这个状况之下，我个人从军四十几年的经验，事实上来讲，到每个环境里面，陌生环境都会面临这那种陌生的一种所谓的恐惧或是不安的状况之下，这时候如果有人能够帮他做说明或帮他，这就是重点，是这样。事实上，所以现在我们军中很多的文化就是威权，在这威权底下，他们带来的多大的压力？但是在我们辅导机制里面，并没有是专业的人去判定我们现在该辅导的人是什么状况，所以你没有专业的人，你辅导你就是集体集合训话就了事了。而且你说你的三级制，你的三级制是辅导官，是心理的咨询师，再到医院的精神疾病的专业人员，这个一层一层一层的，并没有专业，所以你如何去判定？你判定之后，而且你要如何去追踪他们是不是真正的精神上的疾病，还是说只要停役退伍就没你们的事情了？包委员，事实上来讲，所有的这些基层干部里面本身来讲都担负着辅导的一个角色，然后另外来讲，有一些专业的新辅官，事实上刚刚也跟委员报告过了。各军种按照编配比500:1都有个专业的这新辅官，那么这是在第二阶段，到了第三阶段的时候，就到医疗阶段，各个医我们的。所以你说你是精神疾病上的判定停役退伍，你们是经过很严格的审查，是不是？是的。好，那我现在想放一段影片，给你看一段影片。有吗？可不可以暂停一下，主席？是的。好，如果这段影片不能播放，那我相信这段影片是在我们军文，在军文社本席是翻拍过来的。我相信你们也看过一个国旗女孩。上尉名字叫做郭颖欣啊，
郭颖欣在这段影片里面有说过一句话，与其说国家为你做什么，不如说我能为国家做什么。在此时此刻我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在觉得他为国家做什么，他为国家带来了丑闻，是丑闻。他说他爱国，爱国吗？他让我们国家蒙羞。我们国家为他做什么？给他多少的资源培训他？结果他浪费我们国家的资源，却用一种巧门，精神上的疾病而停役退伍，还非常有能力的来指导他的同袍如何利用这种巧门来停役退伍，领这个退伍金。虽然不是退休金，这个退伍金他领得很高兴，还如何在我们商业的保险买保险，住进818医院里面，然后又买了保险，领保险金，领退伍金。这真的让我们国家蒙羞。那这样子的情形之下，我们有没有去追踪啊？精神病退伍的多少？从2011年到2015年，五年的时间，881位，光是精神疾病的就661位，有这么多人停役退伍之后，你有去追踪吗？那这些人又利用精神疾病买保险的，你有没有请金管会、保险局或者是保险公司事后继续的追踪了解？一般精神病如果这些人都是精神有异常的，要追踪啊，不然他退伍之后造成社会上的动乱、社会上的不安，现在不是很多这种问题吗？市长，你有在追踪吗？你有在用的管理机制来处理吗？谢谢这个委员的这个提醒跟指导，后续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落实。你看看，你看看，他这样子爽退，领退休金，他还集合他的所有的同胞，退下来之后，直接到传销公司去掏金了。那国家的资源是这样子浪费的吗？所以这个是不是讲到个我们没有一个退下来的机制？他们如何有没有这个机制？为什么士兵在募兵的时候他们有这种机制，那我们军官没有这个机制？你军官没有机制的话，他们就利用这个方式做一个巧门来这样子退休。那市长，对这个机制上你们是怎么样去制定的？跟委报告啊，现行的这些自愿役的，尤其是官校毕业的，在整个这个退场里面，除了他的身心疾病以外啊，精神疾病以外，还有一个考核这个不合这个事宜以外，那其他的有是不是有其他更好的方式能够避免这种状况？像你士兵，你那招募兵来的就有个这退场机制啊。士兵那为什么军官上就没有？这点我们也在。而且这军官都是我们从预校、官校就读书了，国家这样长期这样栽培的。那这些机制、退场机制都没有的话，那你如何去让他有人能力、有才能的人可以继续留到我们军中来为我们服务呢？是的，委员，事实上我跟委员报告，99%所有的这些自愿意由官校毕业出来，都不会有这种现象。那少数的案例发生这种情形，我们再讲。这是少数吗？是少数。我刚念出来的多少人呐、就整个比例来讲，并不算多。这不是比例，你刚刚讲的一句话很好，带人带心。为什么留不下这些人？为什么留不下来？你的管理方式有没有问题？我一开始就念了那一段话给你听的。是的，人家美国的西点军校统整200年，他们怎么样去领导训练？那我们呢？我们的只有想尽办法装病借病来退伍停役，那就是我们整个国军啊，我们的管理机制出现了问题。是的，没有整套的制定的办法，连退场都没有退场的办法，才会造成今天还有人装病，还有自杀的情形。
这个真的是我们非常忧心的。我们国军啊，是爱国的，是忠诚的，是保家卫国的。但是现在呢，现在呢，所以次长，我们整个国防部所有的长官，大家针对这个问题要好好的检讨。未来整个退场的机制，我们一定要有个模式，不能让他们自己找出巧门，找出出口，带来我们国军的耻辱，好不好？是的，谢谢委员。委员知道我们会这个下来检讨，但是跟委员报告，我们绝大部分所有的这些军人都是尽忠职守、奉公守法的。跟委员报告，不要因为少数几个状况之下来让国军感觉到，也不能让一颗老虎屎打翻了整个我们的体制啊，对不对？是的，是的，谢谢委员知道。好。好，谢谢。那我们再下来请林德福委员、他没有到。那吴坤玉委员，主席，各位先进，大家早哈。很难得有机会来国防外交委员会质询哈。那我们先请次长好了哈。我首先恭喜在座的各位军官们哈，那因为我们看到资料，哦，真的好，哎，下一张好了。委员好，好好，就说我们来探讨心腹机制啦，因为我们是卫环，我是卫环委员会的嘛哈。好，下一张哈。我看到这个资料我吓一跳哈，我还问我助理，好，这个资料正确的吗？好，是正确吗？好，但是因为他说这个是国防部提供的资料啊。好，所以我真的是恭喜在座的各位，好，真的非常恭喜，好，因为多数的军官，哈，高达超过80%的军官，竟然是以心理疾病退役或是停役这样停役了，哈，所以我真的恭喜在座的各位，能经历这么多年的这个服役过程中，哈，少数能够幸存下来的啊军官们，真的恭喜恭喜各位，哈，竟然这么高的比例，哈。次长，这个您觉得这个数据是正确的吗？委员好，我是人参谋市长室助理长钟英国，这个数据是不对的，不对了。对，那现在各委员都向我们要这个最新的数据，我们在中诊中提供委员参考，会有最新的数据，这边要说明一下。不，这对的数据大概是多少？能不能告诉我？我说我们在中诊中，我们详细的核对，不要说这有误失。我们在中诊中，因为各委员都要这个资料，能不能只因为这个是？军方给我的哈，那我不知道。这是101年，我们在统计到105年给各委员参考。105年都有了呢。对，我跟委员说明一下，我们现在统计5年的资料，我们会提供委员参考，但是会更确的。可能会差异多少？这个我只能确定说没有那么高。不对嘛哈，可能差异对不对？没那么高。我们还是恭喜各位了哈，还真的是恭喜各位。好，那所以我想这个问题真的是严重。我们好下一张哈，那到底？好，金钟做了很多的心理辅导的工作嘛，哈。那我也看到在这个政策标题成效里面哦，发现做了很多的文宣的工作，好，比如第二项我们要培养那个精神战力，做精神战力做的时候，还请知名演员哈，全军仲、林道远、陆等来做示范哈，来让那个军中服役人员能够放松心情，心情嘛，哈，那我当然觉得很好，但是我不晓得是不是说应该去评估一下这样的成效了，哈，那我不晓得有没有评估过，好，因为这么多年了嘛，哈，到底这个成效如何，好啊，如果我们看到刚刚那个数据，我就会非常担心，目前军中在做的这个心理辅导的工作，到底是不是成效是不是好呢？还是这个成效是不是能让我们国那个？次长，你能够接受这样的成效吗？好，报委员，我请我们的训练员好，心辅官说明。委员好，我是政安局心辅官，跟委员报告，心理卫生工作执行的成效，我们其实每年的10月份，我们都有配合心理健康月，我们会做全军的一个巡回，然后包含做问卷的普查。我知道这个是工作，我说成效如何了？成效如何？有评估过吗？有。
根据官兵的问卷的回复啊，我们94%都是对于我们性与卫生工作是满意，啊，我们的执行程度其实都已经达到，就是每一个人是是，我想在座的各位应该都很满意，因为少数能够幸存下来的都很满意，因为资料虽然有错，但是看起来比例很高，怎么会评估成效是好的呢？我想在座的都应该是满意的，但是那个退役退伍的人是不是满意呢？我就很担心。您觉得，好，哦，市长，你觉得那个退役退伍的人是满意的吗？非常谢谢委员的关心这个议题啊。那一个成效好，他的反应啊，可能我们用一个间接的方式看我们的自杀的那个那个罹患率啊，应该可以跟委员报告。在民国95年的时候啊，我们自伤的案件是82件。不是不是，我们现在是讲心理辅导，当然自杀只是一种嘛，哈。那因为心理辅导的成功，反映出来就降低了他自杀的几率。但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退役停役的那个比例那么高的话，那之前显现我们成效是不是有问题？应该要检讨一下。好，下一张哈，我看到说我们都有发一些关怀卡嘛，哈。那不晓基层的军官们哈，那他们怎么来处理这个关怀卡？不晓在座哪一位军官们能够回复给我，能够给我回复。包员，我们关怀卡的话，在官兵就入营的时候，我们都会普发，是 是, 是，然后让他针对自己的状况啊，如果说符合卡片内有这样的情形啊，可以逐级的，我们就是跟干部跟新武官我们做反应，那我们就会将这个人员列管好。非常好，请问你一下，如果你是士兵的话，你会填说我心理有问题吗？包委员，因为我们在做关怀卡的部分是自评啊，他是自评完了之后觉得说他有这样的状态，他可以出具反应。是是，对对。那，啊，我们很多，啊，如果乱写的话，随便写，那可以发现吗？包委员，我们的机制是这样，自评完了之后，我们会有他评，他评是由干部去考核这个官兵，是是，这个官兵如果符合说，哎，他自评有问题，啊，这个。相连队里头有这专业的人能来评估，说他关怀卡写的正确吗？那没问题，我们单位有问题，辅导长有什么专业的人是不是可以告诉？连辅导长，连辅导长，我们受什么训练？我们会针对他做那个心辅的真的吗？我们有安排那个心辅课程，包含有心辅课程哈。对对对对，那学习效率如何？目前为止，我们心辅课程是有取得证照吗？目前我们是没有证照的制度，是啊，是好，是，所以我想在基层里头是我们是担心的。好，好，下一张哈，我们事实上有这一些了，但是这个在基层里头有这样的机制，但是在基层里头要跟辅导长或是跟士官新卫官来反映的时候，我想像辅导长都不一定有这样的专业，那怎么来辅导士兵？好，那接下来是。军官的问题，他如果去承认他有问题，那在正常的情况下，他会不会受到歧视？好，这都是问题啊。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的心理辅导体制应该改善一下。那我想在座可能大部分在军中的高层可能比较不了解基层的做法。好，我想应该去思考一下我们的心理辅导怎么去落实到基层的官兵。好，不是说发一个关怀卡。那任官兵这样自填，那就觉得没有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可能很多。好，下一张。好，那刚刚我想很多人都在担心相关单位是不是有这个专业来鉴定嘛？哈，那不晓得啊，吴局长是不是能够回复一下，就是说我也相信你们有专业啦，但是为什么会受到这么大的怀疑呢？哎，报告委员，有很多的那个机制啊，它可能会不是完美，但是我们尽可能让它严谨度啊提高到我们可以接受的范围。因为目前现在的鉴定啊，是它的组成是7个人，任何的疾病的精神疾病的鉴定啊，必须要有医师、护理师、心理师、职能治疗师、社工师，还有监察官跟社工师这7个人来做一个集体式的一个审议。好，下一张。好，那为什么有这么多嘛？哈，那我们一定有措施。我想鉴定形式上都没有问题，哈，但是，好，这么多负面的报道出来，那有没有什么因应措施没有？是，包括委员也为了提升我们的整个鉴定的严谨度，所以我们现在加入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部队这个个案他在部队的言行
他的举止是不是就如同有精神异常或者是一些心理伪常的状况，这个部分非常重要。我想、哦、我们应该建立这样的机制、哦、怎么去照顾这些人，因为我们去照顾他，因为我看到退伍会这边其实没有什么照顾这些精神，如果真的是精神疾病心理疾病退役退伍的，他住院以后他其实会进到我们的社区来，那怎么去照顾他们，如果我们去照顾他们，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他是不是在我们鉴定过程中有疏失了、啊？好，那这个我想是我们要解决，因为进到社会里头，如果没有适当的照顾，那他真的有病，实际上是对我们社会是一个潜在的威胁。是，好，我想这方面我们要妥善思考，建构一个照顾的机制，好不好？好，谢谢。是，谢谢委员。好，谢谢委员。谢谢，然后再请吕孙林委员。谢谢主席，有请许长次。委员好。次长您好，我想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议题是如何提升我国现役军人之精神卫生管理、辅导措施、就医转诊程序，还有医疗环境与品质的一个专案报告。那我想我们先从我看到的一些制度上面的问题来做一个探讨。那依照我们现行的法规来看呢，目前的国军的心理卫生工作，它由上而下，它的最高层是国防部的政治作战局。那实际业务来操作的是政战综合处来做负责，那下设了一个国防部的心理卫生中心。那在营运上面来说，是由下而上，那国军的心理卫生工作，它定了三级的防处，初级是由连营辅导长来负责，次级是由心辅官来负责，第三级它是转介到了7个的心理卫生中心，是没有错吧？是的。好，那这样的建制其实看起来是非常的合理，但是我觉得在运作上面它其实会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们从过去的监察院来看，他的调查和纠正案来看，其实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那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来检讨的是说，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建制，它有没有办法来改善我们国军的心理卫生问题？所以我就拿了美国的一个例子来做一个比较。那我觉得说，美国它在心理卫生工作这方面是由他的军医局来负责，美国是由医疗的那个角度来做一个思考，那他是以医生 为一个主力，他的专业性是非常的强。但是反过来看我们的我们国军来看，我们的国军是由政治作战来政战局来做一个思考，那他是以心辅官来做一个主力。所以在根据调查院监察院在2013年的调查报告当中，他有437位的心辅人力当中，只有49名是有硕士以上的学历。所以我们国军的心辅卫生专业人员，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有必须要再做一个改善的一个空间。对，跟委员报告，是刚刚委员所提的是属于第三层级，包括就到军医的部分。那事实上来讲，我们在整个防守作为是前置往前载，从官兵日常的生活状况，从他跟他在一起生活的营连的辅导长或干部里面，他先了解他的生活言行举止状况。最后，如果发现有异常状况下，转接到心辅。刚刚有讲7处的心辅中心，对，心辅中心心辅官都是经过相关的受训或取得证照的。然后如果说在这里面发觉到心辅上已经不能够达到这个疫情效果，已经有这病态状况之下，就转接到军医去。所以我们这三级防守其实是这么来的。但事实上讲，军医的部门还是扮演着很重要的一个角色。跟美军来讲呢、美军来讲，可能我想美军也有会这种类似作为，可是他只是不像我们这样把他这个承接这些阶段画得这么清楚而已。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是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在层级的部分呢，能够再做一个比较精致的一个配置，或者说再做一个检讨？因为我觉得，心理卫生工作这方面，其实是我们国军未来、现在到未来都必须要关注的一个现象。谢谢委员的回答。对，好，那再来就是根据我们国防部提供给我的资料，国军。从100年开始的致伤已遂案件当中的统计来看，其实这几年的案件是有在下降的一个趋势。那102年、103年、104年，其实致伤的这个案件都是在20件以下，但是光今年统计就有发生了10件。那再来就是说，所以我对针对这个部分，我就有看了一下我们国军的心服人力的现况，我们国防部所提供的资料呢，国军现在目前编制的心服人力的人员是382名，那现有的人力是295名，编线比是77.23%。那其中陆军的缺员人数是最多的，它的缺额高达了64名。那再根据现在的心服人力的295名当中，具有临床心理师或是谘商心理师的证照的人有18名，所以这等于说只有6%的人是拥有这样子的一个证照资格的人。那如果说把没有证照的人员也列进去的话，我们295名的心服人力当中只有169名是拥有相关科系毕业的一个背景，所以等于不到60%的一个人员是有这样子的资格。所以我觉得要从这个地方去思考，就是说这样子的比例对于我们国军在心服工作上面的专业度是不是会有一个不足的地方。是的，谢谢委员，我们请那个心服官来说明哈。好，委员好，我是政战局心服官。这边针对委员的部分，主要应该是针对我们心服官的专业性来做探讨。其实我们心服人员的组成有心服官、心服士跟心服员。心服员是最专业，因为我们是招聘来的，他有符合招聘，是对外招聘吗？对，对外招聘，他有符合社公司心理师证照资格才会来录取。另外我们自己军中，我们自己有研究所。然后所有人员在进入心服领域的时候，我们会办理除训班，他通过我们除训班一个月的训期里面所有的师资全部都是外聘专业师资，还有资深心服人员 的经验传承。通过之后每个月要办理一次专业督导，由外聘的师资实施专业督导，然后每半年办理一次在职训练。所以实际上对于我们心服人员的专业程度，我们是足够应付我们部队所有的问题。对于3级防处来讲，我们2级防处其实在部队里面我们的成效其实是很好的。目前为止我们列管的个案我们已经抓到586元，这是我们有80%是我们主动察觉，20%是由自己自行来求助。好，这部分我们其实都是掌握在我们的列管人员里面。至于说造成的自我伤害个案，目前10位，它是我们是比较遗憾，有部分是我们没有掌握到，但是我们实际上我们这部分我们都有在强化。那没有掌握到的部分是为什么没有去掌握到这样子的情况呢？包括因为自杀的成因太复杂，它不会单一成因就造成它一个结果，它可能自我伤害可能是感情因素，但是回到部队之后承受到长官的压力，这也有可能造成他的一个结果，所以他会有主要的原因跟次要的原因。所以我们谈论这部分的话，为什么没有抓到？因为他突发性的情形是因人而异，所以我今天如果说面临到重大的压力，我没有呈现出来，可能在某个点就造成他最后一根稻草，造成他的自我伤害。好，那我想麻烦你，就是把刚刚你所讲的那些资料提供一份给我。是。那您提好，谢谢。谢位次长，我觉得您刚刚讲到一句话，就是带兵要带心。那这句话我觉得蛮贴切的。那我们国军其实每一位弟兄都是我们政府花了非常大的心力、资源、预算来做培养。我们培养国军就是为了要保家卫国，所以在心灵上面层面，我希望未来次长这部分是要去做加强改善。来留住我们每一位军中的人才，这样子我们国军才会
战力才会强。谢谢委员啊，这方面我也召集相关的这个，不管是这个政战，不管部队的主官管，包括军医，我们做前半的检讨，如果来强化三级防堵机制，能够更落实，能更严谨，而且能更有效，这一点我们在再观强化，也在执行当中。希望次长这个部分要回去做一个好好的改善跟检讨。谢谢委员。好，谢谢。谢谢委员。好，我们再下来请吴志扬，吴志扬委员，吴志扬委员，我不在。钟孔昭，钟孔昭委员，钟孔昭委员，徐永明。徐永明委员，徐永明委员，李彦秀，李彦秀委员，李彦秀委员，蒋乃馨，蒋乃馨委员，蒋乃馨，钟嘉宾，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吴玉琴，吴玉琴委员，吴玉琴委员，周陈秀霞，周陈秀霞委员，周陈秀霞委员，好，都没有到，来林俊宪委员。谢主席，本席邀请许长次，好，去，谢谢。我邀请我们军医局的吴局长。啊，委员好，是，次长好。次长，我想先请教你啊，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新政府明天要正式就职，我们小英总统啊，明天是520。但同时我们也发现啊，中共却在这个时候来进行军事演习。那我不晓得国防部的看法，这个是针对性的吗？报告委员，所有当面的动态我们都密切的掌握。那么对于中共，不管是演训也好，或者他基建的动态状况也好，这些方面我们都不但掌握，而且在演习。所以它是针对性的了。这点我不敢在这边跟委员说他是不是针对性的，巧合，但是我们对所有他的动态我们都会也密切掌握当中。国防部啊表示这是年度演训啊，那实际上谁也知道嘛，就是要给我们新政府施加压力，哪有那么巧，我们520新总统要就职，中共就进行军事演习，那国防部当然不敢讲，还是有什么样的顾虑啊？包委员没有顾虑，这个就是针对性的、恶意的施加压力型的。但是两岸关系啊，不是靠施加压力、用恐吓可以改变的。国防部既然说有掌握，那请教中共这次针对520的演习，它是什么样状态的一个军事演习？这个要经过各方面演习，但它的任何动态，登陆作战，针对台湾的登陆战嘛。他任何演习都有他相关演习。对啦，这一次啦，我说这一次啦，他目前为止是以一种什么两栖作战的方式来做演习，所以就是嘛，是，就是登陆战嘛。但事实上来讲，我们演习中共各类型的演习，他都经常在实施当中。我知道，是的。那520时间就很巧合，那演习的响定啊，又是两栖登陆作战，那根本就针对台湾。我们希望国防部啊，能够像你所讲的。真的很精确的掌握到中共演习的状态还有内容，我们应该要有同样的这种意识啊，军人保家卫国。所以我看到今天讨论的这个题目啊，我觉得有点惊讶，军人在我们国家负起重大责任，国家也给军人啊很好的。一个薪资啦，福利啦，我们希望啊，军人该负起相关责任，我们也尊敬军人。但我就看到啊，国军发生了那么多的状态，其中今天的主题精神病，一个月内啊，国军有三起的自杀命案，当然不一定是因为精神病所引起的啦。只是呢，人为自杀啊，必有其原因，非常之原因。所以我想请教吴局长。是委员。好，这三起的自杀个案啊，是不是都在国军心理卫生中心的辅导名单以内？报委员，
依据我们所知哈，有些个案并非在新埔的那个。这三个啦，是国军有成立一个心理辅导卫生中心。这部分可能要请那个新埔中心来看看。谁负责？新埔中心负责人。那国军这个心辅中心其实成立蛮久的，民国88年，1999年就成立了。我想请教，你是心辅中心的？委员好，我是侦探局的心辅官，我是心卫中心的话，我们心卫中心没有人来。我是心卫中心的心辅官，是。所以国军在这个月所发生的三个自杀个案，是不是心辅中心的辅导名单？有两位他因为是精神疾病类，我们就会列管成特别个案，他是我们的辅导名单。另外一位就不在我们名单。哪一位不是辅导名单？台东的那个士兵。士兵嘛，哈。对。那其中自杀一位引起新闻注目的是一位陆战队的中尉女军官嘛，是不是？是。即将结婚，嫁为新娘，他却选择了自杀。那三位自杀在一个月里面，其中两位是列在你们的心理辅导名单。那我们的心理辅导有作用吗？包委员，因为你已经知道涉及到精神疾病的部分，我们会跟军医局做配合。实际上跟委员报告自杀，所以是如果已经列为心理辅导的名单，还是发生自杀的惨案。那另外有一位他不在辅导名单，但是他也自杀了。不晓得是不是精神，也有可能是精神状态的原因，要不然就是管教的问题，或者是什么样的问题，原因有没有查明？包委员，目前为止我们了解是还没有比较明确的原因。我的时间的问题了哈，我们刚说过军人保家卫国，我们尊敬军人，但最近除了这些所谓的精神状态有一些自杀的不幸事件之外，我们以前说有逃兵想不到现在有那么多是逃官尤其都在海军。国防部自己证实的，尤其是海军101班，101班有多少个同学？101班一共有多少人？好像才100个哈，100多位了，130位，130位，海军101班只有130位，竟然有17位以精神疾病要求验退。已经有10位已经验退了是不是这样的？报员，以目前呢，我们的那个验退的那个整个记录来讲是8位，那个8位验退军官是，这个比例吓死人了。101班才招130几位军官，其中有8位已经以精神病退伍了，其实申请的有17位呢。对，其他的目前因为有些经过治疗之后没有得逞，不是，包伟，鉴定没有过嘛？疾病本身的治疗，它是有康复的一个痊愈的机会的。那有些的疾病，它会有滚动式的一个变化。那我再请教，是，您说检调已经掌握了，至少有8位的男女军官涉嫌装病，要验退，是不是这个事情？这个是媒体报道，媒体。检调已经掌握了，所以你们没有掌握，还是媒体报道错误？在我们的医疗的作业方面，我们检视的所有的个案的一个背景资料跟心理分析的一个资料，然后透过可不可能发生这种事情？装病验退，那你要装其他病恐怕不容易可能装精神病演技好一点的就有机会，装得像的可能就退伍了。媒体报道检调单位已经掌握有8位的男女军官他们涉嫌要装病验退，希望你们要查清楚是，因为曾经发生也是一个陆战队，照理讲应该是国家具有最强战力的部队其中有一个连正副连长。一起都以精神病入院，怎么那么巧是真的假的？陆战队66旅，因为有一个连，某一个连，正副连长，同时说有精神病，那一起住院，
结果发生这个副连长啊，还会自己 po 照片贴网路，传给朋友，说快要成功了，装病，再一个月就退伍了，有没有这回事啊？我想这个状况，他说 po 网路里面我没有掌握到，但是问题是所有的状况我们都按照相关的规定来做啊。另外，他现在官腔啊，他现在状况来讲，因为到现在为止，如果说有这个实体状况，我们并没有看到实际的状况。好像有人就是检举看不惯了、啊，把他 po 的照片呐、啊、给转传出来，我都看到了，你没看到？要不要我送一张给你看？谢谢委员。我想精神病呐、啊，还要高高兴兴的自拍，我不晓得了。但是呢，他如果留下文字，表示说再忍一忍。快成功了，在一个阶段了、啊、就可以退伍了。我看了实在很难过，很痛心呐、啊。这个当然是犯法的行为。那问题呀、啊，这是我们国家的军官呢、欸，而且是我们陆战队的领导干部呢、欸，是我们连级的，这位是好像副连长或连长，那一个连同时正副主官一起因精神病入院。全世界都很少军队有这样的病史啊！全世界的军队啊，都很少有这么高比例的精神病，怎么可能呢？这有关这一点，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不晓得。依我们现在的那个统计数据显示啊，美军在罹患精神疾病的发生率啊，是我们大概是我们的八倍。你们八倍？我们的海军101班现在就130位就退训了八位，退伍了八位，都是因为精神病。130位里面啊。敢提出申请说我有精神病的，要宴请退伍的、啊、就17位，这样不高吗？在单一的啊，局长是，我希望啊，我们要严加管理啦，这纪律的问题，因为你有个漏洞，有人钻出去，后面就跟上来了。如果有人因为这样子啊，而退伍了，一些逃官啊，就发现新的方法了。现在最热门的方式啊。最简单的成功率最高的就装病装精神病，希望这个事情、啊、不允许不容许再发生，好不好？好，我们谢谢三位哈，谢谢主席，谢谢谢谢，好，谢谢。那本次议程除了已经登记质询的委员不在场以外，都已经发言完毕，报告以及询答结束。那这次会议里面有委员陈廷飞、马文君、徐志荣等提出书面质询，请列入记录，并且刊登公报，也请相关单位以书面在两周内答复。委员口头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补充资料者，请相关单位以书面在两周内提供。好，散会，谢谢。